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六人，移除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9:09至11:41，下午20:46至5:38。104年11月18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2:06，下午3:55至4:34。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邱文彦委员等13人，内席委员李昏哲委员等29人，请假委员陈昭明委员一人。内席官员11月16日、11月18日由内政部部长、次长等单位出席。主席邱昭吉委员文彦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郑泰坦18人拟记原住民主基本法增订第二条之一条文草案，原住民主基本法增订第20条之一条文草案。三，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邱文彦等78人，邱文彦委员等50人，邱文彦委员等44人拟记警官法草案、警官司法草案、海域管理法草案。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土计划法草案，及林淑芬委员等20人、邱文彦委员等44人提出国土计划法草案。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黄昭顺等25人拟记国土富裕条例草案，审查请愿文书2案。决议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条之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之一条文经经修正。本案审查完竣，拟记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请邱昭吉委员文彦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警官法草案部分，以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为讨论指着，委员邱文彦等5人所提修正动议一并讨论。名称章名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二章章名、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三章章名、第16条、18条、19条、第四章章名、第20条、22条、23条、24条、25条、第六章章名、第七章章名，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第二条第二项修正条文，其余照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第三条之一不予增订，改列为第一条说明。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26条、27条，均照里面内容做修正，其余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第16条不予增订。以上条次及条文中条例授权议事人员调整，通过附带决议事项，保留附带决议一项。本案审查完竣，拟记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邱昭吉委员文彦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警官司法草案另定期继续审查。海域管理法草案部分，以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为讨论主轴，委员郑天才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及委员邱文彦所提再修正条文一并讨论。通过条文名称第一章章名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二章章名第八条、第十条、第三章章名、第四章章名、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五章章名、第23条、第24条、第27条、第六章章名、第28条、第29条、第30条，均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第16条删除。第14条、第26条、第2条、第3条、第6条、第7条、第9条、第11条、第
12条、15条、16条、17条、19条、25条、31条均保留。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第27条改列为附带决议，通过附带决议一项。条次及条文中条次授权议事人员调整。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宴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邱召基委员文彦于宴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国土计划法草案、国土富裕条例草案另定期继续审查。请验文书二案，请委员已审查相关法案时参考，不成为议案。依立法院质检行之法第67条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宴会存查，并通知请验单位。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遗漏？好，没有，确定。好，我们现在请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收支部分。第二，处理行政院函送该院104年度预算经本院决议继续冻结之结断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案。宣读完毕。在介绍官员之前，我们先补充做一个决定啊。景观法草案跟海域管理法草案，本院委员所有的提案跟修正动议，以及初步审查的时候呢，各界所提出的建议条文呢，均列入公报记录啊。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先介绍行政院简太郎秘书长。发言人今天请假。那么，法规会刘文士主委。综合处严希林处长。内政处苏永富处长。外交国防处施中英处长。交通环境处陈延荣处长。财政主计处萧佳琪处长。经济能源处廖耀宗处长。教育科文处吴静茹处长。消费者保护处刘千芳处长。性别平等处黄碧霞处长。新闻传播处张文兰处长。国土安全办公室石真刚主任，在旁办公室 周国祥主任，公共关系室蔡太清处长，秘书处蔡新民处长，谢新民处长，对不起，人事处陈荣忠处长，政风处谢建才处长，主计处陈春荣处长。资讯处赵培英处长，科技汇报办公室钟嘉德执行秘书，智通安全办公室肖秀琴主任，食品安全办公室康兆洲主任，中部联合服务中心侯慧仙执行长，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江林军执行长，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张家明代理执行长，云江南联合服务中心陈永峰副执行长，行政院主计处黄耀生研究委员。好，谢谢。我们现在请行政院简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今天应邀列席贵院内政委员会就行政院104年度被继续冻结的预算提出解冻专案的报告。依贵院审查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所作决议，本院104年度被冻结的预算需至贵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经同意或使得动之共有8案，冻结金额9725万6000元。前经行政院104年2、3月间将以上各案之解冻专案报告送贵院，除其中尚待贵院处理者一案，系第二目施政及法制作业、法制业务项下公民投票审议员业务冻结二分之一
一共75万元，以及已获准动支者外，有关柜宴含附经内政委员会处理结果，相关经费继续冻结者有四案，一共3488万5000元。因均系推动各项业务计划所必要之经费，原警在针对各冻结案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报告如下：一、冻结项目及拟请解冻之说明。第八目性别平等业务冻结200万元部分，依行政院所属各机关推动性别主流化实施计划，首次将推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重要性别平等政策，如性别平等政策纲领或措施所要求采行者，纳入各部会执行计划。又行政院为加强对各部会执行计划的审查作业，性别平等处今邀请11位外部性别平等专家学者分工协同审查结果，已分别于103年11月及12月先后完成核定各部会执行计划，并请各部会根据计划执行情形加以检讨，是需要调整执行计划并报行政院核定。性别平等业务的科目经费经近年来的删减结果，104年度预算内1547万4000元，仅为101年度相同基础预算数的2610万3000元的59.1%。至于104年度被继续冻结的200万元，一定用于编印 schedule。法规检视案例汇编，办理北中南区各一场案例分享会及2015年台欧盟性别平权国际研讨会包容与永续成长系列活动等手续。二、第九目消费者保护业务冻结150万元部分，括弧一二请参阅，请见括弧三。消费者保护业务科目经费经近年来的删减结果，104年度预算编列1209万5000元，仅为原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100年度相同基础预算1821万2000元的66.4%。至于104年度被继续冻结的150万元，预定用于向各界及消保团体宣导104年新修正之消费者保护法、通信交易。解除权合理例外情势适用准则，配合相关规范之研修印制汇编，以及为因应老人社会之到来，将于104年度底办理高龄消费者教育师资培训进阶课程。第十一目新闻传播业务冻结1138万5000元部分，104年度1月至10月法令政策沟通预算之执行项目，包括房地合一政策长期照顾服务法、节水抗旱、防台救灾、MERS 及登革热防治等议题，同时借由电子、平面、户外及新兴网络媒体等管道加强与民众沟通，并无任何政治性的广告。新闻传播业务科目经费经近年来的删减结果，104年度预算数编列5692万4000元，仅为原行政院新闻局100年度相同基础预算数1896万2000元的52.2%。至于104年度被继续冻结的1138万5000元，一定应用于我国积极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区域整合长期照顾政策，加强登革热防治等重大政策与资讯宣达及沟通手续。四、全院预算人事费外冻结2000万元部分，关于反服贸群众侵入行政院事件，警察机关执行各项维安侵入检讨情形，内政部已向贵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又上开事件，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已经在104年2月10号侦查终结，以妨碍公务、毁损等罪名共起诉
九十三人，不起诉处分九十四人，另严谨处罚已有不当案件事件，经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动函送该署侦办，其中两件已经签结，另二件尚在侦查中，将视侦查结果警醒追查行政责任，内政部亦将配合监察院调查结果追究相关严谨的责任。行政院对贵院内政委员会第八届第五会期成立之真相调阅专案小组所要求提供的各项文件资料，均照内政委员会决议于103年3月27日至103年8月31日置放于立法院行政大楼一楼资料陈列室，令行政院李前秘书长释川亦曾于103年3月26日、4月10号及4月21日三度列席内政委员会真相调阅专案小组全体委员会议，说明调阅行政院之事项文件资料，提供情形。本院院本部104年度预算有12.12亿元，经扣除人事费、各项基本维持费及延续性计划等，仅余1.2亿元，故被继续冻结的2000万元占1.2亿元的16.6%。第二，急需解除冻结经费之理由，本次报告有关行政院104年度被继续冻结的预算，经系推动各项业务计划所必要之经费，故需尽速解除解冻。行政院亦将善用资源，依相关规范严谨执行预算。结语：以上为社要报告，是有关各项被冻结预算的内容，请参阅货物被冻结项目简明表。恳请各位委员支持解除经贵院函复继续冻结行政院104年度预算之事案，使各项计划能够依规划内容及时程进行，各项业务得以顺利推展。以上报告，敬请各位指教，谢谢。好，现在我们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的时间是12分钟，好，按照惯例。非本委员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截止登记的时间10点半。现在我们请登记第一位张瑞雄委员发言。主席，我请我们的一点秘书定委员刚才历年了。好，请秘书长。下次 上来答询的时候，不用再秘书定稿站哈。秘书长，我来请教了啊。这个我记得上一次在这个地方啊，曾经就叫过你说，选举也快到了，行政部门呢、啊，他会有一个你们会有一个政务官的一个辅选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活动啊。政务官在民主国家里面呢、啊，为政党的一个候选人。去辅选，如果在法令的范围里面，也可以确保行政中立，不去动用国家的一个资源。我相信这个部分其实是还在台湾呢、啊，看起来民众是可以接受的了。但是呢，这个让人最讨厌的就是说，你在国民党内底吼，一挂政务官哦，那个问讲有要去辅选无？嘿，拢讲无，都要讲你想老实。你都讲 A， 哇！你就搞你讲 A 了，我你那人那个穿嘞，哎，这个我可以接受。我咧总咨询的时阵哦，你那个曾明忠啊，我甲问讲你会去未？我甲问国防部长，伊讲伊未去，小贵宾干嘛吼？那个国防部规定是不可以。啊，那不然伊人伊无去嘛吼？法务部长我问人伊也歹去，你那个曾明忠甲讲伊也歹去，绝对未去，结果逃走去。秘书长，你看完了？辅选的方式很多啦，比如说，总部成立去站台啦、助讲啦，或提供一些的资讯资料啦、证件资料，这个也都是助选的范围。是啊，啊，你也还也还可以广可以窄啦。啊，那像你讲的无啥话啊，啊无啥话，就大班班大风去都讲我会去，去个徛台一个，正式拢有感到支持。人之常情，去甲徛者，安尼讲无足好。啊，我拢未去，好，我跟你讲，我甲酒抓，你知毋知？所以我就要来请教你啊。
那像这个你算，我听说是你率领的，我刚看你秘书长的职权，吼，有够大，秘书长你做大，你知不知？这是你讲的啦，什么你我讲的？那叫做法定职权。我不以为。我若讲大就大，嗯，得皇帝我咧做啊，佮那法定职权内底，你就是遐尔那大。讲你带十个哦，你是带，不只讲你带十个，你是带对十个内阁重要部会阁员呐、啊，这最重要啊！不要问你，十个没有，什么无？不只讲下午，蔡一中啊，我没有看到。一共哦，您的政务官浮选列车从11月9号就启动了。报载说，超过十啊，这贵阳部长讲，超过十位内阁重要阁员，在行政院秘书长简泰良的率领之下，齐聚中国国民党党中央开会，听取国民党的选情汇报。你怎么个公布？那个不是，那个不止十个了。要浮选政务官那么多，怎么会十个不止了？啊，不，你讲一下十个较重要的啊，你敢念无？啊？十个你念无？我要念看你有迄啰念念的了，我要一个对对看有迄啰甲答应讲别去的无？政务官要浮选，有时候在下班时间，他们有一些聚会讨论一些浮选的策略，这个很正常的嘛。不然我不就无讲你无正常，你免解说遐济，讲对十个，讲十个就好啊。何必要讲这名啦？何必要讲这名出来？都有就对啊啦。有啊，你拍谁讲的？政务官浮选当然这是天经地义，啊嘛无必要。怕了公共去宣传嘛，也没有必要到做到这样。哦，这个很必要。这、就是恁认为加分，你唔知要带遐去，你拢带到牛仔卡、细卡去，下面还没有你浮选。上台你都看到啊啦，上台你都看到。啊，去几场啊？有一次啦，有一次呢。这样牵涉到恁咧抢政党票啦。其实只要够大咖，人去了可以聚集人气啊。黑人邓票给干嘛一等啊？可是呢，政党都会去精算呢、啊。我看看，起码每一个政党的副手啊，都已经出来了。民进党就是陈建仁副院长，亲民党呢徐新盈委员哈、哦，啊，跟您所属的哦王如选，你也看这三个上面两个 CP 值较悬啊，拢真优秀了，拢真优秀，你搞做人，你也看咩？啊，你一省啊，叫人来的是要加分的啊。那政党票你那咧冲的时阵，你甲看明年恁国民党部分区员给几成啊？按一下看卖，秘书长。我无了解。无信心，人你揣伊胡算，你讲讲无了解。唔是无信心啦。你遐去用臭词。无精算鬼啦。无精算，两支台话你定咧讨论。十外啊啦。哦、十外啊，我十外个真有信心诶。但问题就是说，现在不分区里面呢、啊，贵党的不分区这个排名名单。看起来你们朱立伦主席是把它当成输压，而且输红道，哦，声势歹啊！今以后有一挂会当本调的人，要做大官的，也要做部分区啊。所以呢，还没有公布。现在部分区里面，现在还不知道。啊，这同人灾啊！啊，但是这个报媒体小小的，在我看起来，用猜的啦。用猜的了，因为我都还没有看到。我跟人家说，我都还没有看到。我算，那因为我多，你个跟大佬，我就一个看。你当时比中国国民党的党国大佬，你要的七人小组，哦，我你要的心不能哭。年纪好代志，年纪大的党员。哎呀，这对屏东人来讲就好，虽然咱两个无感动哦。屏东人来让替这个国家社会做几个代志，这是好代志啊。但是啊，您这个党主席，我看你的怪怪啊。国民党部分区内底应该提了二加二，这一般人嘛，感觉足奇怪。比如说你二加二敢好？二加二就是讲，哇，我那恁国民党若摕了十二席，啊，然后那变二十四个位出来啊，伊太无爱冲迄啰，一加一加一加一啊，甲冲分做四段，安尼无较好。内容也未看到啦，老李也未看到，所以啊，按照国民党现在的规划，就是说让有意去选县市长人先担任不分区。然后做两档 ,2018 那个西雕存两档那个阿伯不分区给报给你阿伯切结交棒。这个会让其实当外界啊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现在你们中国国民党的逻辑啊就定义说齁、哦、拢总流行一贯齁、哦、拢唔免做好诶啦，
不用做到末了。是啦，这我举一个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了，比如说你下一届要去选屏东县长，对不对？嗯，那你当了不分区立委两年以后，那时候刚好碰到选举，也许你就辞掉，然后去选县长，大概有这样的想法啦。但是你们这怪啊！你们朱立伦自己代职参选，却要求别人两年后辞职来参选，自己也让辞职 ，OK 了，给自己也让代职。啊、不准把人去给做好，给做满。嘿，你那什么逻辑、哦？这个目前到底有几个会这样？目前我们也不知道。那恁这卖规则原则，这卖都是安尼啊。所以现在没有做好，没有做满，这卖都是恁国民党的 SOP 了，对吧？迄个大问题呢？恁王议长才排第一名呢。啊，议长若无做到，按照恁朱立伦的逻辑，啊，伊唔得要就算县市长。恁这咧讲 Q 王金平王院长？不会了。根本不会。他讲的刚刚。报纸上我看的就是指要选县市长的部分而已了。哦，就是您王院长，那万一不做的院长，他还是可以干四年啊，不会像别人只干两年。那也不做的院长，有的做的院长，我们再来干四年。不啦，我讲的，没你这样会咋那个？算说您人啦，都要输官呢，输官您王院长都一定不可能做院长。排第一名，那有可能不？嗯，排第一名就当做院长。有机会啦！啊是啊，嘛恁人爱有搞丢，你用买票的，将阮的人拢买买去啊！啊，无够可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王院长如果如果明年没有干上立法院院长，你们选输了啊！2018他不要去选县市长，那不一定啊。哦，不一定啊，有机会对吧、啊？你的海里啊，他就是如果没有当了院长，他就是立法委员嘛。今天啦，安尼啦，我要来签稿啦，就是。都要讲的事，我不了解这啦。啊，这足重要诶，这后都无重要。你人人忙未使讲，都拢你的职务内底啊。我看你整个行政院秘书长底下很多的一个职务啊，你像比如说行政院的国土办公室啊，哈，这里秘书长我得简单讲我一点呢、啊。现在我看整个国际上像都在这个反恐啊，这议题很夯啊。法国巴黎发生这种恐怖事件，可以说是震惊全球。法国的总统欧兰德第一时间来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啊，进入紧急状态，我相信他们最主要也是要安定人心呐、啊。咱这个总统啊，伊啊，时间也无伫第一时间呐、啊，伊啊去创一个国安会啊吼。啊，可是我想请教你，这个组织里面，你号称负责整合行政院国土办公室的，但是进来第几个人？17位了，17，两个科，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但是他的工作是分散在各部位了。所以说嘛，我甲看恁这个是拢负责吼，我甲看看是啊拢负责底下的，现在每一个部会来叫叫的呢，啊人叫叫的了，从各个部会里面你找来，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反恐领域的一个每一个人具备有反恐领域的一个专业啊，今天。秘书长，你不感觉你挂在你耳朵里底，你压力很大吗？你现在主任叫做石增刚，对不对？对，哦，就是你啊，你嘛做，你前消防署的副署长。我担任过消防署。啊，是啊，啊，你们前灾害防救办公室主任，啊嘛是你嘛，对不对？副主任，是谁啊？黄俊泰，那是谁？说啥？你敢知？外交官呢？这嘛怪怪。你家己嘛笑，你看看没？我秘书长，我认为啦，真正我们这个行政院的国土办公室啊，刚要走哈，都卖叫每一个部会啊，那人撮撮的啊，来恁来冲十外啊，我你讲你想讲，啊这也无定定的恐怖事件啊啦，开阿姐几咩冲啊？不是，各部会他专借调来的这些人都是跟反恐有关系的这些相关业务人员呢、啊。啊，起码都是像你讲的，相关业务人员，外界在看就说你这个层级太低啊，人起码买那个质疑你的层级就这样。不会啊，啊你的反恐怖行动法的法员，你起码干部，对不？你起码干部。现在2003年啊，民进党的詹金啊，要提出这个法案，可是中国国民党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啊，你们执政以后啊，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可以说是不理不睬啊，到今嘛大也无了。
当初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您懂什么原因你知不？说反恐议题，您也 不理不睬的是，您说这个反恐怖行动法哈，会制造恐怖气氛，时机不对，加上我国现在有国际恐怖分子的活动，如果制定专法反恐，恐成为恐怖组织报复的对象。哎，阿金妈呢？秘书长，弟弟引来我管理的好啊，处理这个代志。现在整个我们反恐工作做得很严密啊。真的很严密吗？很严密。从法国那个恐攻发生以后，国安会召开了几次的会议，包括行政院也召开过三次的会议，我们都在这准备，不是没有做了。但是这种东西我们不能，也不必对。国安会反国安会啊！我讲你的国土安全办公室在组织这个，这组织这是工作幕僚啦，对啦，你得样讲，干那叫做幕僚了。层级的爱讲提升啦，无到尾也变得是寡占亏。来人完全没有专业的能力，等于拢在协调呢，拢叫叫在协调呢。啊，我有这联络商，我有这联络商，这个、哦、不好。另外最后一个问题，我来请教了。食安办公室嘛，其实嘛，你管呢？啊，这个食安的做处理啊。我来看每个月、啊，每个月都会发生啊。台北市，你看又发生了。啊，咱这个食安办公室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黑心食品呢、啊，没安怎去防范？下章会啊，在广州那一次会完以后啊，你看就开始有人就开始出来动啊，大家惊惊安怎？下章会得到一个结论呐、啊，就是讲，这个货贸尽量在年底以前能够达到一个结论，有一定的一个进程啊。但是呢，就有人反对了，就有人担心了、啊，黑心食品那这位公共啊都要夹带你货贸来的人，这个你有去防范不？唔好经济部。啊，是讲甲中国两方在对打的人，一直在攻击的货贸的问题。那结果呢？真正去在你行政院秘书长你所辖之下的这个食安办公室，你有查目的不？有甲你入委会的去，有甲你招不？不管进口的，不管外国的或大陆的，都会注意到食安的问题的。当然啦、啊。这个你安尼就不够内行了。来，你起来就是要甲解围。陆委会对公家货贸的代志，你看夏立言回来以后，去跟张志军讲完以后，说希望货贸在年底可以达成一定的一个进程。真那这么多人在担心整个货贸，陆委会到底在跟人讲食品安全的部分，你有记忆不？这个部分都是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由部会，就是卫福部还有农委会都会参与。所以啊，比如说我的讲话就是讲，我的看法就是讲，咱有一个食品安全办公室，照理讲，这个恶心的食品呢，实在是您应该有一个足专业的一个单位。您烦恼啥？我第一线人要去讲啥？你们来改一个，有一个讨论，甚至有参与，唔那着。对，我们都有，我们只是食安办公室。我你家讲无，你都爱艺术的是无啊？没有，就是说他们部会是在前端，然后我们是在做一个政策的一个研判，然后给院长作为一个参考这样子。所以，在秘书长，其实你掌管底下这么多的一个单位啊，该法制化的应该是赶快去把它法制化了。啊，不，我感觉真无彩啦，会当安尼做到这个职位啊，那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你看，较早拢你管的，结果各项拢无共做到，安尼嘛不好啊，好不好？好吧，谢谢。好，谢谢，我们就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简秘书长。好，有请简秘书长，不用行礼了，谢谢。来，政委好。秘书长，这个我们行政院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而设了很多的处，但是从这个原住民族国家级的博物馆的一个新建计划。来看这些处啊，有些处啊，有些处真的是要加强。
上次我在这个地方啊，也启勉了我们这个行政院所有的行政官员，当处长或是当相关的这么高的一个层级的官员，不能只是照本转下去。人民会，哦，我就讲这个国家级博物馆，一个国家的元首，马总统在102年2月20号，那个处长，你不要讲话，你就听了、啊。就是没有听才会弄得乱七八糟嘛。102年2月20号，啊，马总统说要成立原住民族国家博物馆。江宜桦院长，我在院会立法院院会质询，102年3月22号，啊，他也认为有需要。然后他一开始以为可以从其他的博物馆，譬如说史前博物馆、台湾博物馆。来转型成为原住民族的博物馆。我101年就开始针对之前的文建会、龙族委，一直到文化部龙部长，我也是要那样的想法，就从现有的博物馆，因为台湾的博物馆太多了，20几个，就是没有台湾原住民族的国家级的博物馆。所以这个102年4月2号。江宜桦院长，啊，他说这个政策方向，他会往这方向努力，这会要支持。102年10月22号，江宜桦院长在院会立法院院会说，他说他做了跨部会的讨论之后，他自己做喽。难道你这个处长没有参加吗？他做了跨部会的讨论之后，排除史前博物馆转型的可能性。我前面2年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不可能了。本来龙族委也认为可以的，101年说 OK， 结果他一去了之后就不 OK 了。我很清楚，我也是公务员出身，我也不希望再重新另外盖一个。如果能够有一个新的更好，不，但如果说现在的转型也更好，会更快，但是已经。连江宜桦院长在102年10月22号就说跨部委讨论之后是不可能，就是要重新盖一个新的，所以他就才是，啊，在那个102年10月22号，责成原民会开始处理中长程计划。你作为一个行政院的一个处长，原民会报了一个文，啊。你就说，请依照国家发展委员会意见修正计划内容后再报行政院。原民会修正之后再报，你又转，啊，请照国家发展委员会中整意见和，啊，什么及本院主计处修正计划内容后再行报验。这里面呢，啊，这里面还在讲这个。还在讲说有没有其他的博物馆的可行性，连江宜桦院长都已经跨部会讨论说不可行的，所以要盖一个新的，还要回过头来要人家去，啊，再去看有没有可能性。而且哈，非常非常的不合理的是什么？他要原民会什么？国发会，啊，要民会、原民会，也就行政院的意思嘛，就照转嘛。要做什么呢？你要去盘查盘点，啊，他要原民会就国内设有收藏原住民文物之文化设施进行盘点，名列设施规模、原住民典藏资源藏量及营运情形，并研提该类文化设施资源之总体发展构想。这个是原民会要做的吗？那是你国发会、你行政要做的。他有办法跟中研院说你那边有收藏多少？他不会提供的。国家台湾博物馆你有收藏多少？台湾大学你有多少？有哪些东西？没有的，我都要求过了。这3年多来，我都要求过。你原民会有办法吗？那你行政应该去做啊，对不对？他怎么会提供呢？
国内还有私的私人收藏的呢，对不对？还有树荫博物馆呢，对不对？你要吹毛求疵非常容易啊。你的第二点是什么？国发会的第二点，也就是你行政院的第二点嘛。啊，有关国家级原住民博物馆设立方式，请沿袭以国内设有收藏原住民文物馆之设施，如国立台湾博物馆，哎，又多一个台湾博物馆，升级转型之可行性。现在刚刚苏处长跟我讲，好像是在规划在新北市山林部落有在评估嘛，讲那个都是废话。他现在你行政院还要他什么可行性评估了？他要你还要再什么？你很快啊，你已经打谈到那个新北市了地点了，但是不是这样哦？可行原建议本案朝可行性研究啊，这是国家发展委员会10月20号啊，然后这个行政院秘书长就是你秘书长啊，啊，当然你没有看了啊，这是10月28号，请照国发会中提意见办理，还在可行性研究啊。不是，如果那个地方是不是恰当，当然要去评估看看。评估了，原民会已经找了专家学者去评估了，如果也花了很多时间了。如果评估好，那当然来做就比较快。有送啊，评估报告都有送啊，这个根本就拖时间嘛，不重视嘛。其他的博物馆也这样做吗？当台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在台南要新建的时候，有这样做吗？没有这样做了，好了，都没有这样做。我是老公员，清清楚楚啊。好了，这样好不好？这个案子回去我会找他们来了解整体的状况。能够如果真的可行性评估都做了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不是可行性评估做了没？人家联名会提了一个新建计划，这里面就包含。你们硬要他分两个阶段，啊，你再弄一个可行性研究，他就叫可行性研究。人家总统都说了，院长也都说了，这个有必要性，还在可行性，不是闲职哦，闲职是另外哦。可行性研究是指这个有没有必要性呢、啊？有没有需要盖？不是在闲职研，不是哦，乱来啊。政策上要推哦，不是没有问题。政策上已经讲了，推了，讲了，你还要讲了。但是你选址，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次要我们去有了协调哪一个地点嘛，对不对？没有错。后来有些地点，我在毛院长、毛治国院长的时候也提了嘛。那为什么不讲？那时候我每一个院长我都问了，每一次院长咨询我都问了，从来没有跟我讲说要还要可行性研究。你现在一说这个是必经的程序。但是你在，啊，行政院秘书长，104年2月10号，你转这个国发会的文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这个，请原民会尽速依下列方向完成规划及修正后，对啊，就是抱怨也没有说这个东西、啊，有修正啊，它里面不是他修了，修上去了，修了又增加。又增加更多的意见了。本来只有这样，本来只有一页，再修之后更多页。你看国发会的意见，啊，这个还更多页，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个博物馆如果要建，如果能够非常周延，把它设计得非常完美，考虑很周延，当然不是不好啦。不过你刚刚提的，这个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了。台湾有20几个博物馆，国家级的博物馆20几个。他刚刚提到就是政策没有问题嘛，刚刚提到就是选址、选地点怎么用规划的问题。选好了，你都知道地点了嘛？所以说，对不对？对，都已经知道地点了，处长也知道地点了，就在新北市，啊，莺歌那个地方都选好了。都做了，你还要什么呢？选好也要整规划、啊，就是提了新建计划。对，说这个案子我跟你讲说，回去以后我会找他们来不是彻底了解一下，好不好？
这个根本就不重视啊！102年到现在，那还这国家还能发展啊？还是就不是根本就是糊弄，不然就对原住民不重视。这么多博物馆不是这样盖的了，盖就盖了，对不对？那个人权博物馆盖的时候有说可行性研究吗？没有的啦，对不对？国家人权博物馆盖的时候有没有说可行性研究？没有。厚此薄彼，不会了，不会了，怎么不会？事实摆在这里啊！不会，这个，秘书长，我们认识非常多年，非常重视哦。原住民的权利，我从来不会这样，我们非常重视，对不对？原住民的权利的，重视要拿出来啊！我刚刚跟你讲说，政策已经没有问题嘛？那这个前史政策会改变的，那我们在人改了就换了。对不对？萧规不一定潮水啊，对不对？虽然对台湾的原住民族而言，国家是一个整体的，行政院不管谁换了院长，总统换了，不管谁换了，本来应该对原住民族而言，我们要相信。但是不是这样啊？政策没有改变。但是不是这样啊？我多年来在30年公务员的一个不真的不是这样啊，我自己当3年多的立委也真的不是这样啊，所以这怎么去重视，对不对？像这种的，你做个秘书长，甚至你如果跨部会的，你请一个政务委员都可以了，那弄得从102年到现在，能说得过去吗？好了，这个案回去我会找一个政务委员来协调，这样好不好？不是，你现在加快速度，你要你自己协调。政策没有问题，我刚刚讲过了。秘书长啊，你亲自协调。我亲自是，这个失误性的没有，这个比较失误性的，我来主持。弄到政务委员也太高了。上来我来主持了，对不对？这样可以吧？这个也不是什么国家大政方针的。好了，我来主持。真的，这个是小小的。公务员主持不见小小的事情了、啊，真的是小小的事情。这个我要在这边花那么长时间，我们加速办理，花了多少次、啊？从101年咨询，我是有循序层级的咨询呢、啊。我不是一开始就咨询行政院长，不是、啊。我从101年先从文监会那时候还在、啊，从文监会的主委，然后变成文化部的部长。然后才一直到102年，差不多了，我才到行政院长的层级啊！哎，这个行政弄拖，每一次答复的内容不同，每一次都加码，我这个老公也看不惯了，老公务员也看不惯了。哦，拜托秘书长。好。我们请段宜刚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秘书长，请秘书长，还有请这个外交国防法务处，好，另外还要请消保处，消保处。好，请。院长，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个我们这个营建署的主任秘书啊，因为眷村改建的案子啊，是这个被廉政署啊，因为就查到他跟这个某一个财团呢、啊、有勾结了哈，所以我们又开始关心了、啊、这个眷村改建，因为眷村改建过去就曾经闹出很多的是非。包括这个配售的这个眷户或者是抽签的这个承购户啊，那么转手就把这个眷舍卖掉了啊，因为我们基于照顾这个眷户啊的居住，然后为了要满足这个社会需要这个平价住宅，所以我们用国家的土地，用国家的经费去改建了这个老旧眷村。但是呢，如果
这个配售的眷户或承购户转手就买掉了，就失去我们的原意。所以我要跟这个处长请教啊，施处长，好。那么我们眷村老旧国军眷村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啊，它是不是有规定啊？对于这个配售之后，新建配售之后5年之内啊，不能转售，有没有这个规定？有没有？有还是没有啊？有应该有。24，什么叫应该有？24条的规定，规定的很清楚，对不对？眷改条例24条，除依法继承者外啊，承购人自产权登记之日起未满5年，不得自行将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赠与或交换。这是我们法律禁止，就是这盖好了，你去登记了，因为配售给你嘛，你去登记了之后，5年之内不可以转手。那我要跟你请教，私底下买卖的状况是不是很普遍？因为这个前者，国防部在处理，那详细的情形，我也有在媒体的有这样的。啊，所以你们外交国防法务处，这个就是你们的法务啊，难道不是吗？我现在要跟你请教的，你们是行政院，当然各部会有各部会的职责，但是像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状况，甚至监察院也曾纠正过国防部啊，说因为你没有课，你这个没有罚则嘛，所以我很明确告诉你说不可以，但是你还是做了。过去也曾经有上将啊，因为这样出新闻被人家骂嘛，因为转手就是暴力，甚至转了好几手，5年之内转了好几手。那我要请问消保处哦，好，他现在5年之内啊去转售，当然他不能过户，好，那其实会造成很多消费者的纠纷，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配售的眷户啊，我卖了之后啊还不能过户，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去订一个契约，买卖契约，这里面有特约的条款，就是订好了，就是5年期满了，然后你就是要才可以过户，或者先订一个租赁契约，然后也要去法院公证。可是问题来了，5年之内，假设这个信托人哦，就是这个卖主卖就这个配售户，他万一往生了，他万一不在了，他的继承人他是没有这个义务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约束他。那也有那个眷户啊，他会发现啊，原来价钱这么好，我卖给你卖便宜了，他中间就反悔。你知道有很多这样的纠纷吗？目前我们是没有，还没有。你们不知道，其实你们如果去查一下各个县市政府，他尤其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因为眷村改真桃园了，眷村改建很多，在这个地大的眷村改建发生很多的纠纷，所以呢，有不断也有律师啊在提醒大家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自己承担风险，因为风险很高。好，那坦白讲，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是违法的，哦，因为很明确嘛，眷改条例24条，只是他没有刑责，他也没有罚则，那只是这样去做，包括买的人、卖的人都违反了政府要照顾眷户去定这个条例，哦，而且他这个立法的理由啊也写得很清楚啊，是对原眷户的照顾。那如果有多盖的，因为本来是平面变成立体嘛，一盖盖了12层，盖了20层。他要解决居住问题，你不是让你去图利牟利的，所以我们政府会要去打房嘛，对不对？就觉得说啊，你们这些人转手卖来卖去。好，那我现在要给你看一个，这个有一个公务员的财产申报，这个我们不要管他是谁了哈。好，他从97年到100年，他自己的土地跟建物就只有中正区南海段，他其实就是一个房子了，跟他的土地。这不动产同一笔，其实是同一笔不动产，都没有第二笔不动产。他的这个他们这个夫妻啊就是这样。可是你要去看哦，他的债权这个很特别，叫做购屋投资。他这个购屋投资呢，每一笔啊，从95年有一笔购屋投资，96年有一笔购屋投资，就延续下来。好，哦，然后呢，98年有2笔。这个购屋投资就是买军宅了，
就是均宅，它不是预售屋，这叫均宅。因为预售屋的这个债，这个如果是债权的话，它会逐年增加，因为每一年缴款缴款缴款，它这个都一样，因为它是一次清了，就给你了，哦，就给你了。但是呢，你要五年之后才有办法过户。所以这个公务员啊，照我们刚才讲，他就违法了，对不对？他违反眷改条例24条嘛，他是违法的，只是说他没有罚则，他也没有刑责，但是他违法了。那这个公务员这对夫，假设他是夫妻的话，不，这对夫妻啊，因为他先生也是公务员，他太太也是公务员，哦，对不对？他们都违法了，只是没有办法处罚他们，但是毕竟这样做是不好的，对不对？你一直点头嘛，就毕竟这样做不好。那你看哦，他的房子后来呢，如果你这个五年满了之后呢，你的这个债权就会变你的不动产，因为可以过户了。对。可是他的土地建物，他不动产没有增加，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他有的还没有满，还没有期满呢，所以他还不能过户。有的已经期满了，像96年11月28号的买的这个订定契约的这一笔，他只有三年他就没有了，接下来就没有这个债权，为什么？他又转手卖掉了，很好赚嘛。他就把它卖掉，就还没有到过户，现在他都没有过户，他就转手。为了他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套利，我们讲套利嘛。那你知道这个公务员是谁？我们前劳委会主委王如玄，他是律师，哦，他的先生是检察官，他们夫妻，你看劳委会说要照顾弱势，结果我们政府一个眷改条例是要照顾眷户，欸，然后要照顾那个要去抽签，那要有条件去抽签抽到的人，那有财产限制才可以去抽签的。我们要照顾这些，我们说这个没有房子的，或是那些眷户老旧眷村改建。结果这一对夫妻，他既是律，先太太是律师，先生是检察官，他们也不愁吃穿啊，他们也有自己的房子啊。好，你看，一直到2009年啊，王如玄女士当了劳委会主委，她一方面当主委，一方面还去买眷舍。好，我们都承认这是违法。那先生是检察官，太太是律师，难道不晓得这违法吗？难道不晓得我们定这个条例，用国家的土地、国家的资源去盖，就是为了要照顾弱势？结果你应该去照顾弱势，你来抢这个资源，这样对吗？你们没有办法回答，你们请回。我只是跟你们讲说，我们所定的这个眷改条例啊，监察院已经讲没有办法落实照顾弱势，结果都变成炒作买卖。要改善，我们请国土安全办公室的石主任，哦，好，请石主任。好，秘书长，我现在跟你请问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2017年要办世大运，是好，然后世大运的这个，你知道世大运来参加的这个人数啊，非常的多。对，我们比较2009年的高雄世运、2009年台北听奥跟2017年的世大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世大运参加人数是高雄市的2倍以上，是台北听奥的4倍。那么我们的反恐措施啊，有没有准备好了？一直点头，来，施主任，你告诉我有没有准备好？跟委员报告，陈委员刚刚所提的，我们2017的世大运，目前知道预计参赛的国家有超过100个国家，有12000多的外国的运动员会进来。这是我们国家在最近这么多年来办的最大一次的国境赛事的活动。那只要任何国境赛事的活动，它遭受反恐威胁的指数就会提升。我跟秘书长请教，我们这种反恐，因为最近这个法国的这个恐怖攻击，马总统为了这个还开了国安会议，我们有没有定一个通用的应变计划？你知道吗？有主任在点头，叫做暴力重大人为维安事件或恐怖攻击应变计划，这个是103年定的，哈，103年去年定的，定了刚好一年嘛，103年11月7号。然后我要跟你们请教，就是说这个是谁定的？行政院定的还是内政部定的？行政院定的，所以是你们定的嘛，对不对？那我跟你请教，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它有。叫做先期应变，对不对？对，有二级应变，对，有一级应变，对。先期应变呢，层次最低，
就是发生了这个恐怖，类似我们认为可能是恐怖攻击啊。然后有应该是初期应变阶段。对啊，初期应变啊，就警政署哈、哦，这你们的用语叫做先期应变啊。对对，警政署来负责。二级应变呢是内政部负责，一级应变呢层次最高是行政院来负责。好，那我要请教行政，到了一级应变的行，就指挥官也不是你秘书长，是行政院副院长、啊。副院长，对不对？对。好，我要请问哦，我们假设在这个四大运发生一个恐怖攻击，是有人丢了炸弹了，然后呢，死亡人数假设是两位，受伤人数假设是十位，那这样的话，你们要开设什么样的这个应变中心？啊，死了两个人呐、啊，受伤了十个人。对，要看情势。第一个四大运的部分，我们行政院在103年到105年就有一个精华演习，目前还在执行当中，就是针对四大运的部分我们在做。我问你的问题问得很简单。第二个，你们现在如果遇到四大运，遇到有爆炸，死了两个人，受伤十个人，你们要开设什么样的？我们会看整个情势的发展，适时的做应变中心的开设跟提升。根据你们这个暴力重大人为危害事件或恐怖攻击应变开设的条件哦，先期应变处置小组就是警政署负责的，警政署长当指挥官，死亡人数要在5个人以上。死亡或受伤人数加起来在15个以上，或受伤在30个人以上。好，那当然了，二级要死了10个人以上，一级要死了15个人以上。我请各位想象，今天如果有一个爆炸攻击，不要说他死了多少人了，你要去计算尸体，说现在这个现场是5个人，还是3个人，还是6个人，还是10个人，然后才决定说我现在要谁来开设。那个只是一个参考值啦。所以我要整个情势，是零星的局部的或全面的，都要整体。这是你行政院在去年定的，这个不是参考值，这个表示是你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哦，自己想象去算人数，你没有去想象那个现场的状况，你根本不可能去算那里面十几个人，对不对？我跟你请教。如果我们假设看到有两个人死了，有一个炸弹攻击，你说啊，那部长打电话那个署长，你赶快开一个这个应变小组啊！我觉得不可能，我那时候可能马总统都出来开国安会议了，进入紧急状态了。所以你要知道说，那种状况不是你去想象算人数十五个人以上，各位想象哦，如果死了5个人以上的一个恐怖攻击。然后你说这个是警政署负责，5个人以下是那个台北市警局负责。这个时候一定马上开办。对啊，所以我要跟你讲，你们去年定的这个应变计划是很好笑了，很好笑了。你那个时候院长只要有人有这样的攻击，你那个院长或者总统不出来主持大局，我都不相信。你还去计算人数吗？不可能。所以呢，2017年还有时间，行政院啊，请去修订这个计划，让它符合现实，不要定出来变成笑话。好了，我们来检讨了。我们跟你谢谢。好，接下来请卢嘉诚委员发言。啊，主席，我请秘书长。好，有请秘书长。诸位啊，秘书长早。秘书长有几个问题来请教你一下。是，有关于现在网络的一个谣言盛行啊，我们行政院包括政府单位也受到这个谣言的重伤，是跟丑化。有时候政府的一些政绩啊，或是在施政当中的种种呢，这个作为是也被丑化得很严重。但是我们行政部门呢，好像不闻不问，
任凭呢这个网络谣言呢的一个盛行来伤害。以前只是单靠这个电子邮件呢，但现在都是赖来赖去呢，很方便，马上呢这个铺天盖地哦，所以传播的速度比过去快而且广，所以说许多谣言，有的甚至于呢伤害谣言重伤呢很多年，但是我们行政院呢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不知道，这好像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单位哈。有了有了，如果数据从这个月开始呢，你们才官网方面设立了一个黑白说分明的专区啊，是不是？你们从这个月开始啊，但是这个网络的谣言以及这个赖来赖去的一个对于行政部门的一个施政的一个伤害，也不是今天才有嘛，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这个黑白说分明的一个专区要来澄清呢这个不实的谣言，但是这个构想是很好啊，但是要有所作为啊。有时候你们在澄清资讯方面呢，也实在太慢，已经传得如火如荼的一个铺天盖地的一个谣言伤害啊！你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点呢来回应、来澄清，我想那个效果不好啊。所以有时候说网络的霸凌也是这样造成，但是你们官方行政院这个是国家的机器，都好像没有这方面的作为，会被看笑话。为什么有时候回应会稍微晚点？因为网络上也好，赖也好，他是我白讲，但是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政府机关未使我白回应，他要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呢，无人像你那呢吼，这般呐吼，迄个那老太婆。没啦，有诶国宝会啊，有行政。有当下可能感觉太消极，而且呢太被动，难道没有更积极、主动、快事？这个回应谣言的方式有没有一个 SOP 的一个整个标准的回应流程？有没有？有啦，有你说明一下，你们怎么标准流程？啊，头先你讲的时候都用站嘛，现在就听我给你买卖，给你策划一个本来真好的方案，真好的施政绩效，到头尾跟他讲一个较歹听啦，马习会就好啊，是不是呢？都是好像好人给您。相片跟美术跟他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到最后好像负面大于正面，但其实不然。但是在第一时间点，并不动用你们这万该有的一个这个黑白受分明的这个机制跟这个功能，也没有发挥嘛。所以说，你讲有的 SOP。你说清楚一下。是，谢谢委员跟委员报告。那我们这个黑白说分明的专区，是这个最近所设立的。那在这个设立之前，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个 SOP， 就是每天我们在这个舆情搜集之后，其实我们就会请各部会在这个当天的这个中午之前，其实必须要做出这个舆情回应的一个建议处置方式。然后我们这个新闻处也会有所追踪。那至于说这个先前没有黑白说分明专区之前，各部会他是可能会以澄清稿的方式，或者是开记者会的方式，或者是他可能会去跟记者做一个说明的方式等等方式来做一个处理。那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来加强。谢谢。您看在哈没有黑白收分明这个专区哈，以前啊，你们各自为政嘛，但是您这种这个官僚做法已经不合实际，时常站在呢。被随便把你们偷袭，把你们抹黑，站在挨打的地步，所以你们现在有黑白说分明这个专辑是好的现象，但是你们的执行要积极性是有效，才能够发挥那个效果，不然你跟他空有其壳啊！你有设计的专辑功能不出来不行啊！我刚才举例子，给你做参考了。那个，比如你听话没啊？行政院最近好像推出的振兴经济方案中，补贴观光自治，从明天开始，国人可以凭身份证字号上网申请一直的序号，最高可以折抵至市费1000元，
但是这网络谣言说，一旦用咱家中的人的身份证以后啊，申请到集资序号，就可以折抵几千元。比如说家中有四个人，申请到四子的序号，就可以折抵四千元，几千块变四千块啊！啊，你那回应有没有这一则网络的谣言？啊，到时能来不验证再道，讲你点都拢欺骗。当然要以官网为主了，私人的那些网站那那个当然不准，当然要以官网为主嘛。啊，哥，您讲虽然讲呢，已经在出现观光局送旅游券的钓鱼网站里面，但是观光的网站却看不到任何澄清的信息。难道等民众被骗了以后呢，痛骂政府讲得不清不楚的、资讯不透明的时候呢，我们政府这个时候受到伤害，要再来澄清的时候，伤害已经造成，谣言满天飞，啊、哦，被这个在野党，尤其现在选举期间，见缝插针，扩大事端，不清不楚呢。即使这些措施要做之前，我们都有一再叮咛，所定出来的方式非常简明扼要、易懂、容易宣传，让大家都看清楚的，其实有啦。但是有些你刚刚讲的，可能要故意制造，像个人赖来赖去的那一种东西哦，真的你很难去琢磨了。你们也要防患未然，对了，你们也要祭出手段。有这样的谣言，你们爱讲，化为你们的行政手段，有个后子的作用，不上你插兵，不好无代志啊，谣言满天飞啊。对了，对，因为这个权责归在各部会啊。现在人都爱听啥？爱听危言耸听呢。你讲迄个规规矩矩，无人咧听，手段也提出来，哦，好，你做参考。我们行政院的新闻传播业务被冻结了1138万5000元中，包含有法令政策沟通先导，在网络时代要因应网络留言，秘书长认为未来有没有必要把这个澄清谣言呢列入预算项下？这个本来就是要做的了。有时候政府呢，政府的施政做什么就要让人民了解，让人民了解。如果民众有不清楚或有被扭曲的，政府本来就要澄清，有时候就要站出来澄清。这些就是用这些的经费在处理的。接下来我再请问一下啊。政府鼓励民众要使用 4G， 会带动过去不会使用电脑网络的族群，现在可以借由手机传递信息，这部分都以萤花族为主，人手一机的情形校园里也很常见，学子间用 LINE 传讯的信息更是普遍，使用网络的族群更多，但是许多人却从不过滤、不查证，就直接呢来转发。对对，这是让谣言越发越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啦。你像最近，因为有人传信了色情的影片，他因为去触摸或是要转发的时候呢，对对，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被告被要被罚，所以诸如这样的。这个案子呢，不胜枚举，所以说，本期觉得媒体的一个试读课程更为重要。站在行政院的立场，是我能够来指导使用者辨别这个资讯的真伪，才能够保护自己。啊，就算看不出真伪，至少学会查证，也要会查证。有时候好像我们官方这方面好像在第一个时间点没有办法来事实的一个澄清回应，愣在那边，你来个好令多方查证，已经谣言满天飞，对你的伤害呢都走形啊。所以查证
秘书长认为市委应该把媒体的速读列为必修的课程，有没有办法把它列为呢一个必修的课程，从国小高年级开始就应该接触到，让他们目视而来，从在求学的阶段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个判别的能力。秘书长，你的见解呢？同意，同意的看法。法国巴黎发生的一个恐怖攻击，现在全球恐攻的问题好像一触即发，引发全球关注。我现在请教你一下，因为四大运呢紧接着在台湾要来举行，大家也不能苟安，虽然说在法国或是美国地区，但是我们都是美国的友邦啊，搞不好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安全措施可以说滴水不漏，那有时候可能从周遭的这个友邦来下手也说不一定，所以说行政人员也应该要做好万全准备。我们究竟有没有准备什么来应应的方案，万一不幸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说多年来高枕无忧啊，不曾有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但是不曾有过也就是没有经验，也就是会比较怠忽，所以你简单说一下。国内办理重大的活动像四大运这种，我们都有事前的防范的惶恐的准备措施。国际上发生惶恐事件，就像这一次巴黎发生之后，我们就连续开会召集，注意国境安全等等，都有做万全的准备。但是台湾是一个比较宗教自由，而且自由平等，也比较没有种族冲突的地方，没有想象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轻忽，一定要随时做万全的惶恐的准备。提醒你做参考，是是，未雨绸缪，是是，才能够确保安全。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请周立安委员发言。周立安委员发言之后，休息五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麻烦请简秘书长。好，请秘书长。周委员好。秘书长你好哈。你好。这个本席想请问你有关于这个环境品质的部分问题了哈。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底，行政院有公布我们国民幸福指数统计啊，那时候看起来只有环境品质排名是有进步的，但是这三个月以来的变化，我们看到。如果你现在做一次调查的话，我想这个成绩应该是不会进步，而且是退步的。所以我们想要来先检讨一下环境品质的部分，空污、空气污染的部分。这几周以来，这个秘书长，你有没有到中部去啊？有。那很严重嘛，哈，紫色警戒哦，就是我们的空气品质哈。那我们政府提出什么方案应对方案？目前有关于空污的具体作为，在环保单位各方面都有在准备，长期都在做了。你知道环保署修法限制民众在空污超过一个一定标准的时候禁止开车，要在空污严重时候多洒水，这样像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知道？像我这个鼻子过敏，只要一空气污染，我就会一直打喷嚏。对，我想请问一下简部长哦，其实空污来讲的话。工业区排放的这个空气污染，这个部分是盖严重啦。那我乃嘛怎样讲？伫个中部，分林嘛好，中华嘛好，伊有真严重诶。譬如说六轻等石化重工业哈，那也会这个也会让我们的空气非常的污染。你看，哈，你看这个是不是？那我想请问你，你觉得空污严重的情况是因为开车问题大？还是因为工业废气问题大，是应该先检讨六轻排放废气，还是先叫他大不要开车？你会不会觉得政府的施政呢？点点兜兜啊！目前评估的结果，环保署有做过，就是车辆的比较大，所以比较严重。
环保署的结论是车辆比较大，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是那边比较多车咯。啊，车不是在北部比较多吗？车我记得是大部分都在北部啊，车在云林跟嘉云林跟彰化是最多的吗？你好好的想一想，不要乱回答我啦。车辆不是，就是我要问你，污染里面不是只有车辆，就是比重上车辆算重的啦。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再去彻查云林彰化一些工厂排放废气的数据？那个当然有影响。有没有因为这阵子有没有再去彻查嘛？有没有？这个应该一直点头。有实际的数字吗？不要随便回答，这里是国会。环保署。好、哦，你告诉我说车子影响比较多，但是我要问你说是云林跟彰化的车最多吗？不是北部吗？不是桃园以北，不是桃园以北在北部的车多吗？跟委员报告啊，那基本上就是有关空污的问题，是总统在整个政策上有一个就是政策方向。那最近我们环保署才在前天对外就是针对我国的 INDC 的部分的贡献度也对外做一个说明。所以有关空污的控制，目前是行政院重大政策之一。那刚刚委员提到的就是说那个污染源的部分哦，那依照环保署整个委托研究的一个调查，它是。上都一直持续在调查，那确实车辆的污染源是目前占的比例最大，但是呢，我们台湾整个的那个污染的情况因地而有不同。那刚刚委员问到了云林彰化地区，因为它的那就是那个空气的那个。停滞的情况，因为包括南投那一块，南投更严重，对对对，那 PM2.5 大家以为那边是最好的空气，对对对，是。那你多帮这些地方做一些大众交通捷运系统，有，所以我们对中南部的部分，我们有加强来做相关措施，是。相关措施是什么？那书面再给我好不好？好，我不懂为什么政府机关是禁止人民开车，不是来去深度检讨我们的工业废气啦。我们的工业废气应该要多检讨。好，第二个我来问一下水质满意度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像我自己也住在双北地区啊，那有部分县市都喝了非常多 N 十年的铅水了哈。那毛院长有表示说今年会已经开始要彻查，今年年底以前会动工这个汰换这个铅管这个工程。那简秘书长，你可不可以再简单的报告一下这个我在喝这铅水的危险性跟你们现在的进行的状态？喝铅管这个喝铅水这个问题是因为那铅管造成，但是现在已经讲说到年底之前我们要把它全部会换新吗？到年底大概还没有办法就开始做。你这个案子你有没有了解？你不了解你就说你不了解，请你给我书面报告好不 好？你不要随便回答我 okay, 好吗？详细的我再给你报告。好，谢谢。食安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最近有这个鲶鱼冒充了鳕鱼做鱼排，也有很多的民众上当受骗，现在很多外食族啊齁。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应该是要有个这个整个的食品安全的总体检，也不是说这些现在发生的鱼的问题去关心鱼，然后之前有毒淀粉，然后就是淀粉骂完齁。其实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只想要就是吃个霸丸，结果都有毒，都是毒淀粉做的。我没有要吃鲍鱼鱼翅，所以呢，这样子的生活环境，没有长啊。我跟你讲，你这政府若无动我输你啦。人民哦，敢若想要好好过一下简单的生活尔哦，唔是非荣华富贵啦。哦，那这样的政绩啊，我看到你们这个食安办呐、啊，好、哦，我也昨天也问了这个卫环呐、啊。他最近有什么黄豆什么办法哦，一大堆啦，反正每出一件事情他们就定出哪一个食品的办法，我觉得非常奇怪。那台湾人吃的东西是各式各样，那你们要去定各式各样的安全办法吗？只要是加工出来的东西就是要可以吃啊，只要是它是这个应该是一统江湖的嘛，这才叫统一啦，你知道吗？这才叫统一啊，你们不要每次我们。对对，跟委员报告一下，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一些像鲶鱼那个事件哈、哦、就是我们已经列了这个所谓十大这可以会造成假冒的这些事情。然后另外刚刚委员很重视就是民生所有的物资哈、哦、那我们也列了一个就特别的一个稽查的一个专案，所以我们从水、酱油到淀粉这些等等的，这几个月来，我们都一直在做联合的一个稽查。
对，这个民众说啊，我到有机商店去买个有机的，想说卡健康一点嘛，哎，有机的也残留农药，是不是？啊，所以你要人民怎么办？哦，那个有机大概是一个误会哈、哦。我举例啦哈、哦。对对对。非常多的情况，那人民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啊、哦、收入不同，那我可以吃的品质你可以去选择嘛。但重点是它是可以吃的啊，不是说我要吃品质比较不好的，你就让我吃毒。那我的政府，我要问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对不对？行政院在做什么？所以这方面的政绩哈、哦。秘书长，你觉得满意吗？你自己卡爹，你卖公你是结瓜完呐，你还是结小老百姓？你觉得这样你可以安心吗？这个问题累积了几十年，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政府积极全面在处理。甚至你看，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吃素吗？素食的都是用荤的去做的，你真的是给大家增效耶。很多人现在想要健康吃素。只有素食去制作，你去找那个工厂，那工厂的管理也好啊，是荤的油去做成了这个素食的东西，这种种的不安啊，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在这个社会生活下去啊，你懂意思吗？你懂那个人民的，其实他可能没有懂统独意识啊，他只要生活就好了，他希望可以安心生活。然后可以朴实的生活都不可得，像这个情况，人民真的是非常的问题，我也觉得这几年来，真正政府全力在重视，也在努力了。好，我今天要告诉你，为什么明年政府哈、哦，国民党会倒？经济方面啊，从2008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嘛，政府等等的，你们都说，阮国民党上搞不经济，好、哦，啊，我甲人民讲哦，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恁来分开啦，哈、哦。都是安尼嘛，拢是安尼讲讲，我细汉嘛是安尼，少年嘛是安尼讲讲。但是呢，这个八年的时间啊，已经快到了。好，633的跳票，完全跳票。你知道今年的 GDP 要多少？你知道吗？已经不要说三啦、啊，讲一也无呢，0.9，我够惨诶，0.9，你的0.9分配够唔是分配到全民0.9哦，还大部分够是财团可以 take 的哦，来。第一0.9，阿里看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额，好吗？马英九上台以后增加1兆6000多亿，种种啦，我这零零总总写了很多你们最厉害、最擅长的经济，马不干呢？木干大概弄起嘛啥？无薪假，对吧？无薪假啊，近乎再用钱来补贴工啊，好恁去上课，好、哦、还是讲什么？反正这是国家的钱嘛，这是国家的钱啦吼、哦，所以。幸福指数实在是感觉到不知道怎么样叫做幸福。那马政府，这是我简单讲一下你们的经济政绩啦齁。啊，政绩这么不好，这个行政院院长应该是。有些好的你没有讲啦。你还讲，刚才你还，好，等一下，你讲到这个好的齁，你那个，你里面有这个宣传，你跟我说政府的政绩要宣传，对不对？ ECFA！你是怎麼宣傳的？鋪天蓋地，好，埃克法說簽了以後經濟會好，結果呢？你給我結果啊！你鋪天蓋地哦，所以這行政院這個等一下我一定會刪啊，我凍結，我一定不會，我到我截止我做委员为止，我就是会动，我就会冻结了。假如没有 ECFA， 台湾现在这些农产品怎么销到大陆去的？什么叫销到大陆啊？现在我们屏东的农产品凤梨80%销到大陆去，这个是靠什么？这个都是事实。你国家只有凤梨吗？你整个国好吗？那你我们跟国外，我们153个国家免签证是怎么来的？难道政府都在睡觉都没有做事情吗？我现在在问你的是经济的问题嘛？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嘛？但是不能讲说一概抹煞政府没有在做事。好，我现在要问你性别平等的问题。来，性别平等，秘书长提供这11位专家学者，分别哪些人士来执行这个性别平等？来，那个请我。你所聘请的专家学者里面，竟然有严重歧视同性恋的宗教人士，是不是啊？没有啊？没有，没有。
名单等一下给我好不好？好，可以。好，这个部分呢，我要等到看到这11个名单之后，我看是不是符合标准，我才要可以动支哈。好，另外消费者保护，消费者的部分呢，这个你看消费者的黑心的部分，好，这个部分我也看到我们的黑心还没有这个诉讼哈，代替较为弱势的消费者承担这个诉讼的这个部分啊。我们觉得做的还不够，好，所以希望能够行政院在事后哈跟我提出这方面的书面报告，好，那我也主张暂时不会解冻，等书面报告松导了之后我才总对。最后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今天你们的报告非常的空泛啊，我也看过了，好，这不只有两页可以看而已，两页。那有很多的细节都要我现在跟你说，请你给我书面报告。所以这个部分的解冻，我觉得要很谨慎了、啊。好，谢谢你。好，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再请，现在请李俊毅委员发言。啊，主席，各位先进，满请行政院简秘书长。请简秘书长。李委你好。哎，秘书长早哈，辛苦了哈。早。今天是预算解冻嘛哈。嗯。啊，刚才没啥人爱猛力预算的代志呢。哦，啊，就全部继续动啊那样，行不行呢？来了，不要问可以了，解冻就好了。我请教李姐了哈。预算解冻，我们还是要处理预算解冻啊。我们预算解冻，去年冻结了一笔叫做消费者保护消费者业务了哈。那最主要是食安的问题。好，那秘书长，我们复习一下有关食安的问题。最早行政院是不是有一个食品药品安全汇报？是啊，是啊。然后汇报后来改成什么？现在就是食安汇报啊。食安汇报。现在就是说。现在还有食安办公室。有。现在还有食安办公室。有食安汇报，也有食安办公室。也有食安汇报，也有办公室。对对对对。好，来来来。我们来问一下。好，那食安汇报其实要处理有关相关的食安的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去年到今年这一笔预算为什么被冻结？其实我们要求的非常简单，在我们的提案里面有写。就是我们要求食安的部分要做得更完整。那我现在要请教一下哈，有关所谓的退货准备金、代位求偿，还有这个集体诉讼，现在在这一年来，在你们这被冻结的过程里面做了些什么？说明一下来。是那个集体诉讼的部分，黑心油的部分，那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跟消基会都已经替这个受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那都在一审诉讼系。被诉讼的对象是谁？这个消基会是51家，它是包括那4家上游的业者，还包括下游的经销商，总共51家，受害的消费者是800多个人，他的求偿的金额是1亿8000万。那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它是针对着高中的学校的午餐，那所以它是教学员生，那总共是2万多个人，它要求的金额是3亿7000多万元。所以整个来讲，这个人员非常庞大，对不对？这个提出告诉的人员非常庞大，对象也非常多嘛，包括所谓的厂商，包括下游的厂商，通通有。那这个是非常浩大的一件工程。那请问处长，你们期待多久内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现在已经进入程序了嘛，对不对？一审，对。所以你们这整个过程里面，你们做的是什么？协助消费者保护团体去帮忙这些要提起集体诉讼的，是这样吧？是吧？好，那你们做的具体措施是什么？比如说消费者保护协会或者是消基会，你们给他什么样的帮忙，让他去把这些人 call 出来？这个我要你们说明嘛。好，这个才是预算被冻结的主要原因嘛，对不对？当然，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过程当中，我们有协调这个厂商要积极的退费等等这些措施以外呢，在这个退费现在退了没有？都几乎都解决，没有解决的都进入诉讼了，就进入诉讼。那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不满意嘛，没有错吧？所以我刚才讲的退费求偿的这个部分，对，还是退费准备金还是没有做到嘛，对不对？退货准备金嘛，退货准备金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的提案要求嘛？对，那因为退货准备金的部分，这个看各县市政府的一个编列预算了。所以现在这我如果没有处理，就是这其实没有动。准备金这部分，那我们就所以行政院其实上还是行政院从上次我们去年审预算的时候给我们答复说，这个要看各县市政府。现在给我们的答复还是我们看各县市政府。因为这是各县市政府的财政规划。当然嘛，那我的问题在于你们行政院做了什么具体的措施吗？是那。除了鼓励他们，就是说不能没有办法求得这个获得这个就诉讼求偿的话，我们就协助就诉讼嘛，就请他提起诉讼。对对，所以退货准备金这个部分，行政院其实没有帮上忙嘛，其实只是啊后来拜托哎，恁国管局开始真做哎，啊国管局讲我都无参，我也无钱，我也无处理，也都无处理嘛，是安尼嘛，因为权责也不在你们身上。好，来，我要继续问第二个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涉及一个 GNP？ 来，你秘书电话请教你GMP 现在改成什么？你怎样去给他代替吧？不然，康主任来。是，
现在改成 TQF。TQF 嘛，对不对？对。所以原来的 GMP 认证改成 TQF。那 TQF 跟 GMP 有什么差别？是因为 GMP 这三个字哈，在这个很多的世界国家，这都是一个法定名词。其实 GMP 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它还是一个民间组织，对不对？对，因为这是认证，也因为民间组织曾经被法院说，哎 ，GMP 这个是民间组织，所以没办法依此来提出国赔的要求嘛，没有错吧？哎，对，因为这是民间。那我现在问你，请教你，现在 GMP 改成 TQF 以后 ，TQF 是一个民间组织，还是隶属于哪一个部会的组织？没有，它还是一个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对，因为世界各国认证。所以 GMP 跟 TQF 来，我现在要请教就是 GMP 跟 TQF 其实性质一样，内容一样。对，只是名称差别。没有，现在就是以前是一个财团法人，现在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司，就是变成纯粹的民间的一个营运公司。还是民间嘛？对，所以他如果涉及赔偿部分，他还是不能赔嘛？对不对？不是国赔，但是他是公司自己要，对，就是要赔。那我现在请教，就是这两个的具体差别在哪里？那OK， 第一个具体的差别哈，其实再来讲，它是没有来没有差别的。我们复习一下啦，过去就是因为我们太相信 GMP 嘛，而且过去是查一样就全部都过了嘛，对不对？对，查一样就全部都过了，所以我买到 GMP 的产品，结果还出问题嘛，那所以我要求国赔嘛，结果法院的意见是说这个不能国赔，因为 GMP 是民间组织嘛。那我现在要请教的，你们大费周章的把 GMP 改成 TQF， 那到底 TQF 的做法跟 GMP 有什么不一样 ？OK， 它在本质上当然有一些改变了哈，就是刚才委员有提到，从那个单一产品到整厂嘛。第一个，它还是民间的性质。我知道那个委员的那个的重点，那因为世界各国的所谓的第三方认证，一定是民间组织，我知道对。来，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我真正的问题是 GMP 改成 TQF 在什么时候改的？他是今年，就是他经济部在今年九月宣布的，对不对？是以后没有 GMP 了，哦，都改成 TQF 了，没有错吧？对，因为 GMP 这个名词要回归那个卫福部，但是 GMP 改成 TQF 其实标志都一样。所以也没有报纸上所写的说微笑标章不见了，没有吗？不是，因为那微笑标章是有专利的。最重要的是这一个，你们今天送来的报告里面通通给我写 GMP， 你们连所谓的这个改成 TQF 都没有写，只有在这一本有写，只有在口头报告有写，是这个提案完全没有提案你们还说明了一大堆你们还说明什么？还说明说医院来，那是不是旧的？提案的这个报告的833页哦，食品 GMP 标章系由食品 GMP 协会负责，然后协会的理事现在已经全面调整，然后加入消费者团体代表，所以你们因为这样的理由要求我们解冻，没错吧？那可能是不是？十月十四上来啊，到尾人经济部就宣布啊。秘书令来，秘书令来了。来，高主任，谢谢哈。这本内地对，这个资料我整存出的。你们如果行政院是这样混的话，你怎么要求解冻？那个资料九月就宣布改了，你们十月十四号送来的报告还在写 GMP， 那还要求我们解冻？剩下的要牌子过来，他说一定要行。做工过不是安尼做的啦。哦，秘书长，就提醒你啦，哈、哦。实际上问起来，恁都跟阮提案问的，阮提案冻结的原因都没有改变嘛。实际上没有做到什么，只有拜托消费者保护协会或者消基会，然后去赶快去进行集体诉讼。那行政院做了什么？来，第二个问题，秘书长，其实这跟今天的预算解冻没有关系啦，但是我还是要请教你，这个我已经问过人事总处了，我还是要问，我请教你，你对公务员请假规则熟不熟？很熟，知略知一二啦，你一定做一下过公务员啦，公务员十条哈，公务员请假规则第十条，我先问一下啦，我们有没有政务人员请假规则？有没有政务人员请假规则？没有，没有嘛，只有公务人员请假规则。那政务人员其实比照嘛，那规定在哪里？规定在第十条。所以第十条我念给你哈。第二项，政务人员及民选地方首长未具休假14天资格者，每年应给休假14日，但任职前同一年度已休假完毕的应予扣除。最后一句话，其未休毕者视为放弃。
那我请教你，如果依照第十条这样的规定，他没有修的，是不是就放弃？应该是这样子、啊。这样是这样吗？没错吧？你知不知道我这件事问人事总处，人事总处给我的答复是什么？不是，不是，不是，在朱立伦不是。为什么朱立伦不是？因为他没有 修完十四天，但是他可以计价，他可以计价，所以给省出来工总共可以计六十二天的假。来，还有来，公务人员请假规则第十八条，各机关首长之请假、公假及休假，均应报请上级机关核准。来，我请教秘书长，有报行政院。新北市的市长，哈、哦，他的上级机关是谁？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有没有监督机关？新北市有没有报行政院核准？有报，有报，核准还是核备？核准啊，核准还核备？被查了，被查了。哎，讲我清楚哎，被查了。条文是公案核准呢，不是被查呢。条文十八条，公务人员请假规则第十八条交代的是要核准呢。报告你是哪位？人事处综合中地处处严锡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根据请假规则，是考试院的权责，但是在八十九年实施地方制度之后呢，我们认为呢。地方所以以后照你的说法，就是因为地方制度法实施以后，所以新北市已经不是行政院的下属机关吗？不是，是他们有他们的自治权责，所以他们自治权责，所以他我们自治权责上级机关对直辖市的市长请假以后都不必报行政院就对了，只有自治下只有被查就好，只有被查就可以了。来啊，这件有上行政院被查不？有不？有，必须得有哈。来加单呢？加单在行。朱市长有批吗？有您说的跟人事总处说的都不敢。朱市长的价单，人事总处告诉我说这个价单是由朱市长自己批的，然后报行政院备查、哦、所以行政院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如果我要问的是这个，因为请假规则是十八条，暂且相信你们解释的说地方自治法有，来来来，我还没说了，没有、哦、我说了、哦，暂且相信你们依照所谓的地方制度法说只要被查就好。那我现在请教秘书长，现在我要求至少有送价单给你们嘛？有啊，价单呢？提来阮看卖好不？提来阮参考看卖啊，看那相片啦，看他谁批的啦。报告委员，这几次的价单都是人事总处送到院里头，然后由院里当然是由人事总处嘛。那我只问说，人事总处有没有送到院里头？有的是批的嘛，有的是我批的，有的我。来，有的会送给院长，但你要跟我清楚，你有批不？有批，你有批？有，你有批啊？人事总处说没有、欸、那我跟人事总处要这一件，他人事总处说因为各自法，所以不提供。因为这个是公文书，这个不是不能提供。有批啦，我说我但你批，我跟你讲说我有批嘛。今天中午以前送给我们参考一下，可以吧？中午以前送给我们参考一下吧，可以吧？上级文老你看，哎呀，上级文老我看嘛，对不？我要求一共各自法不能看呐、啊。那我们要看看谁批的啊？哦，照理说要上级机关核准啊，你们又说没有啊？有了，有了。来来来，后来我最后再问一条、哦，我问一条就好。行政中立法第五条，公务人员得加入政党及其他团体，但不得兼任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之职务。这应该把了解吧？我请告秘书长哈、哦，不分区立委算不算政党的职务？不分区的立委是。算公职人员、啊、算公职，当然算公职人员，做你不会懂的是公职人员、啊、对对对，但是他政党提名的不分区，他算不算行政行政中立法第五条的规范？来啦，我是要提醒你讲代志啦，啊，你有伫本股内底无？啊，无要叫你选屏东县长哦？啊，你这这重要的人，我不会东西，我也不会做不分区，无代你重视者安尼哦。做到行政院秘书长了，你们连副主席都有不分区了，那、啊、你秘书长没有？我不会要那个职务、啊，不会要那个职务啊，也不会叫你去选县长嘛，对不对？好、哦，我是提醒你，如果列入不分区，立刻辞职，谢谢。好，我们请陈怡杰委员发言。哎，主席有请那个雄雄的干嘛干嘛？简秘书、啊，简秘书长，我第一次想讲，哎、欸、呀，都啊，那你也欢迎，可能真是列国民党的不分区啊。不会，放心好了，我不会去求那个啊。
陈委员你好。那个秘书长，我想跟你讨论，就是比较贴近所谓就是民生议题的东西了哈。是是。因为今天早上其实又有说到，就是其实热狗其实是我们一般的学童其实非常喜欢使用的一个食材。对对对，热狗对吧？好，那今天早上的新闻说，哎，热狗有可能包括我们常使用的热狗、火腿、培根添加非食用保色剂的部分哦，然后会引发重金属的残留。所以我想要谈的是说，从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里面的米哦，从黑糖，包括现在有可能，因为我看它遍布了很多，其实大家都会去买的早餐店，然后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其中的一样食品之一。那到底我们这个国家，到底对这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说下一代好了，到底对我们食安这个部分，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不要说我们没有给你们机会去说明，但是看来现在食安办公室的成立，几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然后呢，现在政府不要说只为了麦公丁长为着家己的选举啦，那么现在过节啊，咱的下一代为着下一代连吃都十二年国教那些教育都不要再谈了，连吃他们都没有最基本的一个保障。所以到底你们的食安办公室的成立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嘛？对，10月22日就满一年了。那到底台湾的食安有没有改善？应该有改善。你觉得改善的幅度大吗？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要继续再处理了。所以你认为其实做的还不够吗？当然还不够，还要继续做，因为这是所有的食安的问题复杂度层面实在真的是很广的。就像一个热狗，大家也都没有想象到的。啊，所以包括还有那个鳕鱼堡的部分哦，对对，哦，它也是用低价鲶鱼做成的，所以我想，所以秘书长你也觉得说，其实我们的食安办公室其实应该做的更多，对对对，做的也不够。你害怕，我也害怕一样，你也很害怕，所以连我秘书长都害怕，我们下一代不知道吃到什么肚子里。所以大家要共同来努力了，共同啊。所以你觉得从食安办公室成立到现在，我请那个主任来给绑架。哎，不，我不要叫你给你打分数一下，你是。对不？到底是怕归分，但那我们要让大家有信心呢、啊。分数我们自己打不好意思了，我不方便讲。所以你自己都觉得连打这分数你都不好意思？不是了，自己打分数我打。所以我问你啊，态度啊，你干嘛有及格不？应该及格了，但是分数对了，分数我拍摄供出来啊，及格边缘哪里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到底就是？目前我们台湾在食安事件处理的 SOP 跟我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来了，是要请是。那这部分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刚才委员提到了有很多的像米啦、黑糖那些，其实是它并不是非法。哦，只是说，但是就是说，民众有要求更高的品质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可能要分区分做所谓安全跟品质。那像今天的热狗，它那个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反驳一下你的讲法哦。其实民众要求食安的品质，这是民众应有的维护他们自己食安的一个权益哦。是，但是像米的问题，它是合法的添加物，而且在限量底下，那只是说民众可能家长不知道说，哎，在原来做便当的米，它过程中间还有会加一些。这个部分我们上一次讨论过了，就针对今天所谓热狗部分，因为我们今天所第一个那个热狗、香肠这些等等都加那个硝哈、哦，那个所谓是亚硝酸，这个是本来就是合法的。那他今天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他就是说他并没有拿合法的食品级，他拿工业级的来做。那当然现在的很多都是所谓的犯罪行为。刚才提到那个鱼的问题。那鱼的问题其实现在世界各国它最严重的是发生在美国。当然不是说发生在台湾就不严重。那这是所谓的犯罪行为，那这是全世界现在目前大家都很头痛的，就是因为经济的利益而来做犯罪的行为。那像最近半年来齁，就是说因为前半年在处理和制度面的问题，那后半年在我们在比如说有三发生我们统计的有30件的那个食安相关的事件，那其中有24件都是由食安办主动
好、哦、跟那个所谓国安局主动的来做稽查预警的。那这我想这个我们是很努力在做，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想办法去如何去遏制这个所谓商人的那个犯罪的行为，是我们现在目前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不是，因为我现在听下来，我不是说你要去赞赏你自己说好像做事情主动发现或什么，其实我指的不是这个部分，我指的是说你如何怎样要去相对的控管源头，或者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更完整更完善的来达到所谓食安办公室的一个设立的一个目的跟你们预期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一开始我所强调就是说，其实现在你不能说因为大环境而造成厂商这样子所犯的一个错误，厂商应该要去负相对的责任，而是这样的责任应该相对的回归到政府。哦，政府在整个食安的一个控管上，包括说就像我所提的小朋友所用的东西，小朋友的抵抗力或许都没有我们就是大人，或者说都没有我们的这么完善嘛。所以你们要站在如何说保育就是说如何要保护下一代的一个食安的一个重点，我觉得这是你们基本而且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跟工作。所以如果你今天在我问你的这个过程中，你只是不断的在靠好像在战场自己说诶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但是就像秘书长讲的，我相信你们的努力也不够。也还不够，是对不对？所以如何要把政府应该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以真的让全民能够安心，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的比较重要。 OK， 那我就举了两个例子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现在的食安的负责的单位很多，就是环保署有废弃的，然后农委会有这个农产品的，跟卫福部在就是说加工食品跟市场面上的一个产品，那中间的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需要食安办来做一个综合协调。比如说这个油的问题，有饲料油，有食用油、工业油，所以食安办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制度面上的一个盘点，哪里有缺失，齁，然后我们来加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稽查都是有点，就一点一点的去稽查。所以就像刚刚很多之前有很多的委员说，好像碰到一件事情处理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是希望就是全面性的，像我们就发动一个像水，从环保署、农委会、经济部到卫福部来做一个全面性的联合稽查。那这是我们强化的，就是说除了刚才制度面上的改善，再做第二个就是整个的联合的一个稽查，最后是我们集合的所有的情资单位情资，齁，就从由国安局那边来重整所有的情资来做这样子一个改善，齁，就是说来预警，齁，来发现一些。所以最快这些动作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去做整个统整吗？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做了。因为我非常讶异说到现在你们才发觉说，因为大家给的建议你才发现点线面应该去做一个连结，我觉得这是本来最基本就应该做的。没有，我们今年其实已经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做这样所有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会诊。那当然我们有一些会诊的资料，或许会后我们可以给委员做一个参考。就因为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对外因为食安办是一个幕僚单位，我们对外的宣布我们从来不用食安办这件这个，所以大家可能说好像食安办并没有做，但是我们是因为是幕僚的单位，所以在背后做。现在其实全民对食安这个部分已经非常的没有信心的。好，那所以政府应该如何提高民众在食，这是最基本的东西，能够有相对的信心，包括你们秘书长都认为应该要再努力的东西。对，当然要再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你把报告再送来办公室然后来应付我们大家，是说如何要让真的全民能够食得安心。我觉得这个是来的重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你们态度，食安办公室一个态度上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不断在强调。努力在做。我觉得说真的，我们的下一代的健康跟我们下一代，你们要如何站在一个，说真的啦，你们的政府的斗争什么什么，这个我们不想管，但是就对真实的民众，生活在基层的民众而言，如何我可以吃得安心。包括秘书长都说，一个你假如都会怕，你们假如都会怕啊，你走路大街小巷那些早餐店，每一天那么多小朋友在那边用早餐，父母亲双薪家庭因为台湾的经济你们做不起来，他们要牵着小孩去早餐店买早餐，为着爱上班嘛，为啥吼不能付出对小朋友那个做扎等？那你连让他吃下去了都还不安心，那政府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责任？这个要有相对的同理心啊，好不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吃的部分，那我现在再想请教，
有关消保部分，今日行政院消保处查那个仿市售的面膜抽验的25件里面，高达14件出现未标示或夸大不实、不符合规定的问题。那这些都是你们一直不断在强调说，都是 MIT 哦，都是国产面膜，而且都还包括很多知名品牌。那这样相对的，我想请教一下，你们认为这么高的违法比例，究竟是厂商的守法意识不足，还是真的在我们的政府这个部分是有纵容的一个状态？跟委员报告哈，这个面膜的部分是品质都合格，它是在标示上面，它是没有未尽标示完全，或者是夸大有夸大的嫌疑，也就是说，它用到一些医疗的用词，这个是在这个化妆品管理条例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了解，开会的了解，应该是厂商对于这个相关法规规定的认识不足，所以我们有请这个卫福部要加强对这个业者的宣导。所以你们好像把责任就是推到业者上去，就认为说业者自己夸大，那到底政府有没有相对的责任呢？当然政府机关也可以对这个部分多对业者做教育宣导，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所以你也认为就是在政府单位相对也是有疏失的嘛，你们也有相对的责任嘛，对不对？一定还可以再努力啊，对嘛？所以你这样回答，就是说你们也承认你们自己有相对的责任。行政院消保处每年编列的预算，就你说要宣导了消保业务，然后呢，另外也有政令宣导的费用。但是我们这样看起来，你又说哦，我们宣导应该要再加强，那就代表第一个，你们宣导的有花钱没有效。然后呢，现在民众消费意识也抬头了，那看到商标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会主动反应或去检举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从刚刚我们所谈的吃也好，黑心商品黑心食品，到现在的黑心商品，其实那个秘书长，咱才两三天漏一件啦，对不？所以这些都有主管的部会在处理的。但是这只是更这是审核的，对啦，政策督导了。但是更显示我们就是疏失嘛，我们责任就没有占尽嘛。食衣住行样样没有一样安心嘛，最基本的食，接下来用的。那所以秘书长，我只想请问你，这部分未来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做法？不是说每一年我看你们都是办研讨会啦，还是说啊，为了消化预算去办原油会去做政令宣导？看来这些宣传效果、政令宣导效果都没有用啊。随时查气，能够查气很重要啦，能够稽查，比如说市面上的安全的食品。那怎么样？刚刚从点到线到面，全面的稽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秘书长，这个真的政府的无能哦，不要把政府的无能把老百姓当成牺牲品，老百姓不是牺牲品，也不是实验品，所以政府的无能绝对不能用全民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无能的错误。人民是政府要照顾的，我希望你要放在心里啊，谢谢，好不好？谢谢。请陈其迈委员发言。我们休息三分钟好了。
好，大家请就坐。好，那么我们继续开会啊。现在请陈其迈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秘书长。好，请秘书长。啊，陈委员好，秘书长你好啊。这个104年的四月啊，当时在第七会期的时候啊，是。那我们在处理行政院104年的预算解冻案专案报告，那你们就送了书面资料来啊，就在图的左手边啊。那104年，我们今天你们又来在第八会期又来进行一次专案的报告，好，那当然是上次的解冻报告里面没有处理的事项，没有处理，这一次来继续做处理嘛。对。那当时在有关人事费除外冻结五分之一，就是7512万。好，那这一次呢，就剩下这个上次又保留了2000万，然后要这个麻烦我们行政再过来进行报告。但是这两次的这个报告里头啊，就有关通案的部分，人事费除外的这个解冻的这个部分，我看你们的叙述说明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模一样，在检讨有关反服贸群众侵入行政院事件的这一个说明里头啊，几乎是两次啊，四月跟十一月的报告啊，这个是十一月的报告，我帮你画了红线起来，哦，一字不漏，都全部照抄。那四月再回到四月，你看画红线的部分啊，就只有一个在警察处理的部分四个人改成两个人，其他一模一样，就是进。那你这个不是抄袭？什么是抄袭呢？原来那个进度就这样啊。啊，进度就这样，怎么会进度就这样？对啊，怎么会进度就这样？你看第二点，啊，在十一月的这个报告里头的第二点，你注意看，对，啊，上次就骂过一次啊。内政委员会第八届第五会期成立之真相调阅专案小组所要求提供各项文件资料，你们的回答说均按照内政委员会决议都送到我们这个立法院来陈列啊，对，对不对？那结果呢？十一月的报告跟上次四月的时候大家批评，那批评完没有用啊，好像对牛弹琴啊，对不对？那我有什么解冻的理由呢？你这次有什么解冻的理由呢？你的说明都完全一样，上次大家就对你的报告不满意啊。不，现在那你要去解释啊，解释说为什么这些资料你们拒绝提供内政委员会来做这一个调阅或者是这个参阅相关的这个文件啊？你应该要说明啊，那你说明跟上次一样，那好像我们上次讲话，我讲难听一点，就把我们当耳边风啊，当做这些委员不存在啊，所以讲内容完全一样，叙述完全一样，进度没有变呢、啊？进度怎么会没有变？秘书长，进度怎么会没有变？啊，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不好？我们有提供资料给他们吗？啊，你们说都按照资料提供，哪有按照资料提供？按照当时的要求提供资料，哪有？秘书长，你知道吗？当时调阅文件的范围啊，总共有11项。啊，抱歉，总共有14项。1、2、3，你们只提供3项啊？没有啦，这里面你们只提供3项啊，14项里面提供3项啊。他这里面提到行政院对立法院调阅文件提供的内容，里面可以提供，我们都提供了。那就是没提供嘛，我现在列清单在这里嘛。对了，啊，没有提供，不能提供的，我们啊，怎么会不能提供？当时不能提供的理由是什么？当时不能提供的理由是什么？啊，你们有一些不能提供的理由是什么？有一些轻描淡写，这个批评我就不再赘述了。当时提供的理由说这个刑事案件还在侦办，结果现在这些人不是侦结就是不起诉啦，都已经结束啦，还有哪一个案子在侦办？那个啊，民众闯入行政院的部分还有哪一个部分还在侦办？情况那个你来说明一下，我请那个法官都已经起诉或者是侦结，结果你们这些资料你还是拒绝提供啊？啊，报告委员，情况怎么会没有改变？起诉那现在法官在审理当中，都已经起诉案件都已经结束啦。对不对？他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这一个调查结束啊，这个资料为什么不能提供？秘书长，那你解冻一字不漏，蒙着眼睛就把原来的复制贴上，全部就把它贴上去，然后四个改两个，就这样啊，报告就送来。上次大家就要求说，你们要必须检讨，把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做一次清查，
那假如能够提供，你们要提供给立法院啊。啊，这个不是黑箱，什么是黑箱？啊，这个不是抄袭，什么是抄袭？秘书长，阿米安诺，啊，警察部分已经有改了啦，有一些录影带啊，对的、哦。那有一些哦相关的会议资料，这个本来就可以提供啊，为什么不能提供？你们当时这一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哦，这个包括进出官舍的这个记录啊。哦，或者是这个出勤各单位的这个内部报告啊，你们这个也都拒绝提供啊。好了，我跟你报告一下啦，那个警力部署情况也轻描淡写啊，写单位而已啊，你没有讲说当时到底是情况怎么样啊，所以把黑箱不冒当时整个过程。陈委员，外部你们现在不解密，我跟你报告一下啦。第一个，未设有学院处理小组，所以没有会议记录可知提供嘛，这第一个。你这个是第四，你这个是第四点啦。第二个，他其他呢？等一下，等一下，其他定监视，其他会议记录你没有提供啊？涉及侦查不公开，所以不能提供。侦查不公开，侦查都侦结起诉啦，你还在侦查不公开，我就在跟你讲这个啊。那个有了起诉，有了不起诉，都已经结束了。通联记录的部分哦，啊，通联记录会行政院所产出或保管的文件资料，当然没有办法提供了。啊，侦结起诉呢？你刚刚讲侦结了，这都侦结了，你还在刑事证据？对了，我说这些不能提供，啊、我们当然就不能提供。怎么会不能提供？啊，侦结起诉的东西是在侦办中，你讲未使好啊，未使要紧。啊，这边的侦结啊，啊不起诉起诉的拢做决定啊。这个地检署他会提供吗？啊，地检署认定的监视影像这些他会提供吗？他还在侦办呢。啊，侦办结束了，你是拜托哎。啊，民众你们在侦办，民众的案件起诉都很快啦，对不对？原警的调查就很慢啦。现在我们这边资料都到检察官那边，检察官起诉又不是把所有的秘书长、秘书长到法院。你这些相关的资料哈，你知道你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是什么？我讲白了啦，我讲难听一点啦，哦，一箱言不及义的废纸而已啦。你提供给我们什么？什么警政署民众就医跟原警就医资料啦，你记不记得邱吉康 0.1 公分你也把这个就医记录送过来哦，财务损失的状况哦，你们就这个都这个有提供，移送起诉的情况你们有提供，其他所有包括社会各界提供的这个文字影像资料哦，我们决议调阅的其他文献资料，进出官署这个也没什么，对不对？进出官署的上班的记录你也不提供，还有周边录影线、录影啊，这个影像录影带，当我们要调查说有没有打人的这个状况，你们也不提供。哦，保安部调查局收证的影像档，这个你也拒绝提供，这个都已经侦查结束了，对不对？警力部署状况，你们只有管制范围，侦查结束，跟指挥单位的描述在法院嘛，现在移送在法院。你们还有这个管制区域跟警力部署的这个部分，你们也只提供这些相关的这个什么管制范围跟指挥区域的描述而已啊。包括整个警力相关的一个调度、警械的使用项目、数量、装备，全部都没有提供啊！你不要讲说侦查不公开，你们还有很多资料没有提供啊，对不对？进出官舍的记录部分，依照司法院释字的解释啊，官涉及行政部门应官署的资料了，进入官署的资料了。对了，进入官署的资料不能提供。官舍的记录，啊，你都没，都拢没啊。啊，这个都是我们委员会要求的哦，正式做决议的哦。我们调阅小组所成立要的资料哦，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部分。所以你们哪有说像你们报告所讲的都有提供？你要提供就不提供，你要提供就提供，不提供就不提供，随便你啊，可以提供的对对我们都提供了。啊，你这个报告怎么写？上次就被大家批评你说，专案小组要求所提供资料，你们都均按照内政委员会决议，均按照内政委员会决议，有给委员的吗？所以主席，这个我建议2000万继续冻结，对不对？你这个对委员会太不尊重嘛！你所有的字句描述，上次大家批评过一次，你现在字句都照抄，一字不落，全部照抄。那你要求我解冻有什么理由呢？对，你有什么理由？就原案嘛，本来就是因为上次报告里面没有解冻的嘛，那情况也没有啊，所以都一样嘛。所以你们上次大家质疑，你们也没有解决委员会的要求啊。那对不对？那就继续决重啊！好，这个第一点，委员会重新思考啊。我们委员会这个，我主席，我建议这个部分啊，继续决重2000万。好，第二个问题，那个秘书长啊，继续冻结2000万。第二个问题哈，这个朱立伦，
这个狂批马政府啊，三项错误啊、哦，你知道他批评了哪三项？你知道吗？你们的党主席啊，你知道吗？大概知道啊，讲一下啦。你个家己话讲未出嘴，叫你家己反省检讨者啊，主席来给恁检讨啊，这有啥物歹势？正所税吧。哦，哎，你较甘愿呢？来讲安尼正所税吧，讲安不情不愿。恁都已经决定会出啊。啊，这个朱立伦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啊，秘书长，正所税还有什么？你认为啦，马政府执政三大错误啦，哈，有一些不得民心的有啦。那是不啊，最不得民心的哪三项？你告诉我啦。还有一个是。你自己评估啦，你的评价啦。啊，不好意思讲哦、喔，都没有反省能力哦、喔。十二年国教有一些缺失啦、啊、哦，有啦，哎，啊，然后呢？啊，油电双涨。油电双涨也算是其中讲的之一。算是什么？油电双涨嘛，油电双涨，所以你同意朱立伦的讲法？个人有个人的说辞的。我现在问你同不同意嘛？你行政部门，你代表行政院啊，同不同意？每一个人的想法观点不一定一样、啊。但你刚刚我问你三项，你自己表述你也是讲了三项。我刚刚讲的三项是说朱主席。我现在问你啊，那你跟我举例三项，你觉得有检讨空间的，你举例三项。现在要我把三项啊，三项也讲不出来哦。啊，没有 啊自己检讨自己有那么困难吗？怪不得刚刚我在问你说为什么资料不提供，因为提供出来真相就会揭露，所以你们要拒绝提供啊，你们拒绝提供给外界资料，有困难啊，啊有困难啊，现在叫你讲三项你也有困难，有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嘛？这没有经过好好说起，怎么会现在会啊？朱立伦讲话，你们把朱立伦讲话当耳边风，主席都讲话啊，说认为有三项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嘛。啊，所以你是尊重他的三项，也许跟我的，所以你也不同意啊？哦啊，那我现在就问你嘛，你来背询三项，我不一定要讲啊。哦，你当然不一定要讲，你来国会，你来立法院。那我问你说，行政部门有哪些你觉得有检讨、啊、改进空间？你也讲不出口，那这个政府太没有反省能力了吧？不是没有反省，对不对？那你同不同意朱立伦讲的话？我尊重他讲的话。你尊重他讲的话，对，我尊重他讲的话。你尊重他讲的话，对，好。那他批评说，这些像这个王院长啊，你尊不尊重王院长？王院长、啊，尊重。王院长针对正所税有讲话哦，我尊重、啊。好，他讲说行政部门一意孤行。那到底是在讲谁啊？你觉得啦？立法院的院长讲话，你刚刚把我当 C 咖的，我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院长讲话、啊你，你也是大咖的啦。我没有没有，我是 C 咖，在你面前啦哈、哦。你大概把我当 C 咖，在野党的立委随便应付一下就好了。那王院长讲话，我们都尊重了。行政部门一意孤行，社会里面造成国家人民难以弥补的伤害，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哦，这个讲的话之重啊哈。哦这个大概王院长还没有讲过那么重的话，就我的了解啦、哦、那这一意孤行，按、啊、你认为是在讲毛院长吗？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我不了解，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不清楚啊，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马英九？我也不知道，你怎么都怎么要问清、欸？你行政院秘书长所有的政策，你爱清？你行政院秘书长所有的政策。行政院的策动，你讲你拢唔知，最后你要人家你骂，人家你批评，你讲要尊重。阿正，甲你问讲，这个一意孤行到底是咧指行政部门什么人？你讲你唔知，那你应该，啊、你政策是安怎做的？那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欸、全台湾的人都知道，就只有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就全台湾的人都知道，就只有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看这个行政院多蛮憨、欸。也许我比较愚钝啊！你行政院多蛮憨，我不知道他那句要指谁。正所税造成政府的税损800多亿，结果这个所谓的政治责任，到底是谁应该要负起这些责任？秘书长说他不知道是谁要负责，几年前的事情呢？几年前是昨天这个立法礼拜二刚解决，帮你们擦完屁股的事情。我是说正所税的实施不是今是最近会，你看你看拖了这几年就造成税损800多亿啊，结果你说你不知道谁要负责啊，这个不是蛮憨，什么是蛮憨？秘书长怎么你可以回答说你不知道？啊、你说你知道，那你不是明知故问吗？你的怎样跟我的猛啊？所以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你们就装作不知道啊。我是尊重啊。对啊，你们就装作不知道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王院长批评你们一意孤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朱立伦也讲啦、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句话你不知道，就这一个让这个错误的政策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啦、啊。错误的政策比贪污可怕，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会天经地义？这个是不对的事情，怎么会天经地义？所以错，对不对啊？
错误的政策，他在讲政所税这件事情，大家都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说大家，王院长在讲的事情就是在讲评价政所税的事情啊。他在讲什么是天经地义嘛？这是不对的事情。一个人，一个就政策，你知道马总统当时大家就劝马总统，三年前政所税刚修法通过，还是在你们行政院当时通过的版本的时候，大家都劝马总统这个政所要考虑，他说不要，这个继续做，这个没问题，对不对？你现在两手一摊说这个我不知道，都没有人负起政治责任，或者是相关的行政责任，大家都这样两屁股肉，我不知道。你行政院秘书长，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呢？对不对？行政院的秘书长说他不知道，是谁要负责？一点反省，那你告诉我都没有，那你告诉我就好了。我跟你讲，你不用我告诉你，这三年来大家都已经告诉你，到底是谁要负责？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何必再问呢？何必再问？对对，何必再问？你都没有反省能力。不是没有反省能力的，你没有反省能力的，你是根本没有能力去反省了，一样的道理啦，对不对？啊，这个代志，政所税拖下久，拖到要选举的时阵，啊，恁较做一个政策的改变，三当前。阿未开征政所税的时阵，就赶工这如果政策有错，能改也好、啊，要有配套，要讲好制度设计要完整，你们就偏要干。然后一人一意孤行，结果你们国民党的党团的立委啊、行政院都背书啊，才会造成这种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的结果啊！现在对对，这个怎么会天经地义？这个不是天经地义，啊、现在不是这是无能政府造成的结果嘛？不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请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不在，请严宽宏委员，严宽宏委员，严宽宏委员不在，请许天才委员。陈明文刚刚才要换，陈明文刚刚换，对，哦，要发言吗？没有，就念的话，我们念陈明文。哦，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请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陈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请姚文智委员发言。啊，主席各位先进，我想我也先请秘书长，请秘书长。姚文好，老张，哎，秘书长你好，你好。你叫秘书长，有多久的时间？应该有一年吧？不到，还不到，大概八个月吧。好，好了，虽然当然现在。政府当然是延续的啦，哈、哦。那你过去其实也在内阁里面嘛，你本来是政务委员嘛，副秘书长马龙锡嘛，啊、哦。所以刚刚陈清迈委员问你啊，应该他们讲应该需要检讨，需要反省的，啊、哦，需要辩护、买晒啊、辩护也可以啊。那若无反省，若无反省，太今麦个改掉东西是安尼。先把它改掉，先把它改掉去。就解除刚刚讲到政府税先嘛。他想要听的就是说，你到底政府内部，你作为这个最高行政机关的幕僚长，啊，你现在代表行政院来这里，行政院的看法如何啊？啊，你透过政党的运作，然后这个东团的立委提出，但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没有一个正式的宣告啊。所以国会在这里问你，我連你不能公开都不弄破你的代志啊！有人政，有人那个都拢离开啊！离开，我拄我头前甲你讲拢延续性的啊！啊，相哥你要接这那个，你买在咱民进党政务的时候你再去做啊！你哪一当中你就讲黑龙一景，啊，我是其实哦，我是这样听啊、哦，今天也算是恐怕也是最后，这个马政府也是最后。尾声啦、啊哦、我也不是说一定换谁、哦、但是马政府毕竟是尾声嘛。今天尾声我们来回顾刚刚陈委员问你，我们是在国会的殿堂、哦、那是要了解行政部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你不同意也可以辩护啊、
或者没那么糟也可以辩护啊，或者不是那三项也可以辩护啊。哦，我是感觉代表行政院来啊，应该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一方面也是气魄啦，一方面也是要有这样的胸襟嘛。哦，啊，其实我当然了解你刚刚那样的意思，也差不多是都同意啦。这样好了，我换个方式问你啊，那你觉得，啊，那行政院这八年来哪三件事情做得最好？好的总可以讲了吧，秘书长。我就要问你啊，好的敢未使讲？比如说啦，哎，你讲啊，卖个比如，还紧讲，时间一定。我们这个签证有153个国家啦。啊，好，那这几条啊，过来。这也好吧。我唔知啦，我即卖你的意见啦，我这也不一定你做的啊。治安呐，历年来这几年最好了。啊，过来。第三项我阁想一个啦。第三项要阁想一个。好，你知道我想要问你无？今天我们要讨论新闻传播业务，来，我们发言人请假嘛，哈、哦，来，谁可以跟他一起上来？张处长，张处长，哦、新闻传播。秘书长都只讲。秘书长都只讲第一个讲护照做了真好，好、哦，这个都是免签证啦、哦、不是护照。第二个讲治安来，真都好。你们要求解冻的1100多万刚好都没有，都无。那、啊、你变怎？不一定都爱第一名、第二名，但是不一定说做拢第一名、第二名嘛，未使安尼讲一啦。什么不是安尼讲？那无你解释，你解释完你解释。报告委员，我们这个已经修好啊，免个宣传。是1100多万的这个解冻，其实我们主要是跟民众比较相关的讯息要让民众知道，以及最近比较重要的政策，所以我们打算是预定，如果说能够解冻顺利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再多做一些登革热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宣导，因为这个是跟民众比较相关。另外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消费提振措施啊、因为还是可能有些民众不是那么清楚，那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还是能够再加强宣导，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跟我们国家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个部分的 TPP 的部分，我时间都给你宣导好了，你继续念。对，我们大概就这三项，但是预算还是就宣导完，预算就冻结。是我们希望解冻能够做这三项的一个来做这个宣导，谢谢。对了，其实啊、哦，其实啊，毕书念，他为什么要刚刚要这样问你？你在做新闻，你这个政府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奇怪？你的能力在哪？啊、哦，你到底有做啥？啊、哦，你刚刚在举说最近要花40亿，那当初花400亿的消费券有达到你的目标吗？八百亿对，比我多一倍啊！八、哦、百亿有完成你的目标吗？有无？来，比如说你知道有无？我当时也是介入参与这个工作了。當時你是次长嘛？你是次长嘛，我就在内政部的次长了。有了，当时花800亿，那一年呢，所有的全民过得一个好年呐、啊。第二个，至于他对 GDP 的增加，的确是没有比预期的那么好了。预期的多少？达到预期的多少？那时候本来讲说能够达到1%或2%，哈，3%，但是事实上没有了。多少？好像贡献度是多少？0.几啊？多少？没有达到预期的，没有达到预期。对了，好，你本来预至少要有一嘛，对了，结果你完成0.28，差不多1/4嘛，对了，对，1/4啊，是啊，四分之一也无，我跟你讲啊，1/4也无看行政院哦反省，还是讲承认错误，哦，哎，开钱当然嘛送啊，你现在在宣布花8000亿，大家都很高兴啊，他还是有绩效啦，大家很高兴啊，你当然钱花了，当然有绩效啊。但是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也就是说，你相关的政策的评估对不对？啊，有没有达到那样的效果？没嘛，啊，没，你现在各位还，啊，你现在各位还，这不是消费券了，这个不是跟消费券没有关系了。怎么没有关系？没关系，你是那个跟那个全民的消费券吗？当然跟那种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但是你这样的又在选前花这个40亿，啊，他们跟我看是一样的。我看是一样的，哦，我其实是要待会我们财经专家哈，许天才会更深入来啊、哦，
你等一下可能要准备更仔细一点。现在是要跟你说什么？你的政府，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回顾，好、哦，这个回顾这八年来，他在做对的有检讨不？啊，做了好的有法度加强不？有没有办法去体察到这个民意之所在？或者能够选择真正、啊、可以福国利民的，这是没嘛？来，我再请教你啊。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不问你了啦，啊，那个不用再回答了。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啊，我现在讲到回顾嘛，说未来女性的政务官，你知道吗？你应该是对人数要降啊，女性政务官要达到多少？多少？要多少比例？多少人？当时有多说吗？啊，四分之一是吧？啊，是不是四分之一？你是性平会的吗？对，那个性平处的处长。性平处，你今天也有预算不是吗？对啊。啊，你今天预算要解冻，就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阁员要有多少？四分之一的目标是多少？好，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八年要成长到多少？在不？马英九的政策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政策？没有。结果连这个也不知道。啊，你在最高行政机关的幕僚长，代表行政院来这里备询的马总统的政策，一问三不知，那难怪你要怎么完成呢？那么东侧不可能每一项都记得清清楚楚。啊，这要的话我们可以去查。啊，这是上简单的呀、啊，我就问你上简单的呀、啊。你刚刚说刚刚 GDP 成长多少，我都不怪你，因为那个可能数字对你比较复杂。四分之一的阁员要成长到三分之一，好，现在几位？马大北出来。马大北出来。人事处算看看嘛，这个还要人事处说明。对，你今天性平，你等一下怎么审啊？性别平等业务啊、哦，这些冻结的预算，等一下怎么审？等一下怎么审？陈处长算一下啊，这我们的不要陶醉在哈、哦，我们要提供了，我们陶醉在昨天提名一个女性副总统啦。哦，坦白讲，就性别平等来讲，这一次各党各派。啊、哦，我们女性都在总统、副总统各党都有一位，啊、哦，这也是台湾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一大的进步。但是这跟你行政院无关系啊。但是台湾性别平等，马英九的低标、马英九的高标，还有你的现状，你没讲，台湾的性别平等在你没讲代表出来。里面我们还站在前端的。我们站在前端，那不是我听起来都不知道，不是你的功劳啦，你也别讲了。孟公讲的政府的功劳、累积下来的、欸，那是一直累积下来的、啊。对了，对了。还有我们的女性啊，我们女性有杰出的人才啊。但是你做行政院幕僚长，我就要猛力这些，你没有放在心上啊，难怪马英九怎么做得成呢？怎么做得成呢？那等一下这个预算。等一下这个预算我们怎么样让你放行呢？数字没有经过统计，你现在问我不懂，我不清楚，我等一下可以。现在没有经过统计，这是躲在下面统计。有没有？你应该、哦，搞不好五个阁员你都背不出来，会不会啊？欸、你麦隆底下修身养性啊，秘书长。这一副这个政权要倒，国家要亡的那种感觉啊。现在有五位了、啊、女性了哈、哦。好啦，别读啦，别读啦，别读。政务市长不算，你就单提来啊！我读啥？哎我其实借这个机会哈，我是你讲哦，当然恁最后嘛是其实要有半年的时间啦，会当做的代志要真多了。这两天在讨论，刚刚讲那个花这个40亿啊，这个。类似消费券的这个短期经济措施啊，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的问题啊。啊，这个是坦白讲哈，的确是坦白讲哈，短暂都感觉哈，感觉是临去秋波了。
啊，但是真正，我每次在这里大声疾呼，在总质询大声疾呼，啊，很多像最近在讨论这个松山机场的事情，松山机场的事情，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交通部啊，是你们行政院没有一点决心啊。你光一个机场捷运啊，宣布五次通车跳票，好、啊，松山桃园机场的跑道修多久？啊，一下换这一条，一下换那一条，浪费多少成本？那对未来的规划，啊，是如何的在推迟？其实啊，就只看到我们的政府真的蛮憨无能，有在规划，蛮憨无能、啊。第三行道，其实哈、啊，那跨那个机场哈、啊。随便的数字讨论一下，就是蛮憨无能到极点。其实我在不同场合说，你只要跨开那一步，我们的内需产业的成长增加是超出你们的想象。你们把机制建立起来啊，风化都给你想好啊，不动就是不动、哦、你难怪人民马上要做选择，人民其实都很清楚了。今天我在这里只是在、哦、不要讲墓志铭啦，对你们这八年说下一个据点可惜啦，其实人民都给你们机会、哦、有些事情也没有涉及到权力的分配或意识形态，国家的行政有些问题啊，只要积极进取，只要觉得说你是一个国家的公仆，啊，努力奋进，国家的都做得到，本来就很复杂，都做得到。不管哪一党执政，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了。复杂，但是最后当然复杂、啊。对的，当然复杂、啊。每一党都会碰到了、啊。那是当然了、啊，那是当然、啊。但是在这么复杂中，啊，怎么样实现、啊、你们所宣示的政治目标？啊，您都没做搞啊。你连甘丹聘个阁员都做不到啊！刚刚讲的那些，啊、哦，内部矛盾，然后不知道，不知所以啊！没有矛盾，真的是，这是这个末日之象啊！啊，其实坦白讲，连我咨询都觉得没什么力气了、啊，啊、哦，最要抱你了，啊，还是齐勉啊，站在人民的角度啊。该有效率，该有能力兴办的，继续的努力。政府永远站在人民的角度了。谢谢。请许天才委员发言。啊，谢谢邱主席。谢谢。请教简秘书长。好，请简秘书长。哎，秘书长，徐院长，啊，那政府愈烂啊，啊，你升官的机会愈大嘞。你做个行政院秘书长啊，以前我做会较大。我无认为讲这个政府在烂嘞。有较大嘛吼、哦？我未讲个政府这个烂。哦，表示需要你啦吼。足拍拼咧做。对啦，我无讲你无好拼啦。吼、哦，我对你印象未歹啊，你对我印象未歹，我说对你未讲你歹听话，拢会忍起来，拢深呼吸一下，忍起来。我坦白咧讲，这种过去的代志啊。马英九要拼经济，他发消费券的时候，我跟我身边多少人，包括我太太说，这个政府完蛋了，经济一定完蛋了。那人一波可以振兴经济，根本有去读一波可以短期刺激经济，结果去举债，然后全民通通有奖、哦、这是福利，这不是经济。福利跟经济同样政府的支出，虽然说名称不一样，好，但是它的实质的功能最后会怎么样？应该做理论的一些好、哦、推演，去做清楚。消费券的迷失在哪里？从经济学理来讲，好、哦，我简单分析一下，在国家同样的供给。规模、能量、结构上面如何刺激有效需求来提高？当然，增加政府公部门的
好、哦，这个消费跟支出是有效的。那对短期的话，消费面是越有效的。但消费面你去挤债，好、哦，然后发福利，这个消费面的帮助大不大？有，如同你自己所讲的，非常有限。为什么非常有限？因为只有对那一个需要这一笔钱，没有这一笔钱，他就没办法好、哦、增加支出的这一部分有帮助。所以福利也可以有经济的作用，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他本来就不需要这一笔钱的，他本来就是固定的一个消费内容形态的，你这个钱给他以后，他马上拿去做替代性消费，杀青我八颗嘛、哦、郭台铭拿到怎么用？我当市长那个时候，我拿到就交给社会局，管过了社会局，交给社会局，他还是消费、啊哦，这是好的哦。我知道这个原理，所以我提拨不足。但是作者呢，伊摕到这个资料，变安怎？本来要买卫生纸的，本来要买菜的，先用这笔钱，因为消费券嘛，不用的话到期就无效了嘛，比现金好、哦、更没有流动性，更没有保值性，所以要先用掉嘛，这利润嘛，那这叫什么替代消费？一原来本来家己的钱提出来用的，好、哦。这边你好一料，你就要提用，都要家己的钱都减用，所以这样抵消的结果，台湾是有能力自己给付3500块的人多，还是自己好、哦、没有能力给付3500块的人多？当然有能力的这一块比较多啊，所以抵消到以后，你表面说有进步啊，其实可能是负面啊。好、哦，总体模型推估看看，所以我讲利用一波嘞，八百万哦，那阵台南市该当分到分到20几亿的款嘛。哦，我讲这二十亿的，我的印象，20亿就好我。我台南市迄阵失业的人万外的，吼、哦，我讲这万外的吼，我甲请一单，他们是百废待举，到处环境卫生水沟到处都没有清，吼、哦，树都没有修剪，吼、哦，乱七八糟，迄、那个临时工我请来，那下当做一单，迄单的临时工会变成在工安怎？以后建立制度，培养能力。一旦齁、哦、这个让他在政府的支援之下找到工作，而且那工作实地操作就有信任功能，好好规划21亿嘞。一阵台南企业无声一年干200亿呢，你21亿唔当花销一千提来补助地方政府，但是你给他提出规划如何促进经济。齁、哦、如果促进经济刺激消费的规划案来好齁、哦、洗礼上通，实务可行。执行面，我相信你以后考级，你在业好了嘞。你看帮助我多，别把也安尼浪费去。你这边个花心的，当时要花消费券的时候，也很多财经专家给啦的主张啦，拢破先啦。好，我跟你讲啊，我一个朋友啊，摸一个好的院长啊，伊第一个花心出来赞成消费券。本来我要去伊遐演讲，我怎我讲忘记啊？这个好不好啊？破先啦嘛，哦。一用学者自己送上门啊、哦、但是大家看小我八年足济啦，看好戏啊，都可惜啦。我跟你讲，无啊，今天大家出来讲啊。如果发消费券，哦，可以救经济，那还有经济学家，还有经济系吗？这开玩笑嘛。但是你对这个所谓的移转性支出，哦，这是必要的，因为什么？有钱给他挂税，还是政府借钱，吼、哦、来促进经济，大家来帮助现在无钱，提高他的消费，维持他的生存，吼、哦、让他活得下去，让他安定过日子，也减少社会负面的这个冲击，那正面上稳定社会，哎，这是公理哦。所以为什么要救济？为什么劳工保险？好、哦，为什么对这个中低收入、对这个贫困要救济？那是救国家，不是救他个人呢、欸。是透过救帮助个人救国家、欸，好、哦，这个理论上都通哦。但是你大家拢有，好、哦，大家拢有，那个浪费钱啊！而、啊、且大家拢有，好、哦，大家欢喜啊，好、哦，好拢无争议啊，拢无争，每个都要顶条件啊，拢无争议啊，大家都压下来啊，好、哦，理论上怎么讲？我时间就用完。这个货币主义的一代宗师，好、哦，开山鼻祖，好、哦。这个 Milton Friedman， 他在做货币理论的推演的时候，
他举一个例子，用直升机在现今全国这样撒，以后对经济有没有帮助？他说最后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对经济成长没有意义。理论上是这样的，而你打个那花销一千，哦，比那用直升机哦在撒钱哦还经营呢、啊，对不对？你啊用直升机在撒钱哦，那弄做善良人扣掉哦，快帮助我多。不过那一年的确大家都过了一个好啊，不对。到过好年，那是你讲的啦。本来个就会过好年的，少数你个帮助个过好年的，那少数当然三千五百块好过年哦。对，家一家庭三千五百块，今天那个年怎么会过一条？因为伊欠人的钱，伊那唔敢偷啊。但是政府伊个消费券也袂当提一瓶钱啊，所以伊当马上开啊，啊也借无钱啊。嘿，那个是真是有帮助啊。所以理论上说简单，你要促进消费，做什么？改变平均消费倾向，或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没有最后这两个最核心的好、哦、功能的话，黑的刺激消费搞不好，搞不好。有时候经济成长好、哦，有时候人口改变好、哦，它都会自动提高消费哦。好、哦，你看有时候这个经济哈、哦，它调整的自我调整功能加刺激哦，那导致叫你哎消费增加。哦，所以到今年为什么2015的经济预测我去年较笑，讲去年到这个失败。哦，主席长听袂落，我去年讲2014真好啊，2015一定好呀、啊。我2014好一对，是2013的投资增加，好、哦，但是你2015的这个计量模型依赖说要2015经济要成长，都靠什么？都靠消费，都靠消费。我阿奇啊，好、啊哦，所以话讲啊，淡了。我郑明忠主委，我跟他讲，你对明年的那个时候2014年底啊。2015年初，侯华公吼对2015的经济，尤其下半年，你莫想乐观。将共轨理论上吼，不要反制啦，不要反理论啦，不要反学理啦，只是学理的应用当然要符合现实啦。好，这理论是要学的啦。讲下这不落用，而且俗话跟你讲，你看吼，新政府拿起来，吼，我不一定有机会能参与，但我观察，伊做得对唔对，第一脚步踏出来，我知影。我关心台湾经济几年啦。从1982年，我为什么变成黑名单？就是写经济文章。我担心台湾20年，好、哦，20年以后的发展。好、哦，我1990年从美国回来，参加这个美国啊、哦，这个北美洲台湾教授协会这个 team 回来，我发表了论文。我说从今后20年内，台湾的经济啊、哦，主要的议题 main issue 是经济是分配，不是成长。行不行？现在为什么成长困难？是分配不均了嘛？有钱人跑掉嘛？哦，有钱人资金往外跑嘛？没有钱人在这边想花钱，没有钱花嘛？和结果，台湾的工作机会、内部、内需，你讲这些我都同意。这些都清楚，但国际的环境也要考量。国际环境你要去调试啊！哦，让新加坡那里我做起点心哦，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的环境卫生世界有名，所以因为登革热做严重，所以因的科代表。因讲来阮新加坡有闲来考察一下，我嘛作需要借证人，吼、哦，去我办公室两边，到尾我过啊，吼、哦，先参观啊，伊拢叫处长陪我，讲伊呢叫，我当了惨啊，台湾惨啊，10年后啊，台湾的经济一水土土，我当来了，伊科代表吼，即边去新加坡大学咧做教授，好、哦，我过新加坡吼，去过新加坡一个特别他妈吃饭，吼、哦，佮拍电话讲，阮迄个新加坡政府哦，拜托我来讲哦，你迄资料嘛搞发表呢？迄个阮10年的发展计划呢？10年后，它最大的建设是什么？哦，就是海那个滨海湾公园啊，是不是？10年前，一片海，好、哦，徛伫海边，甲讲一地，好、哦，100公顷的计划，好、哦，被投资，好、哦，我先算出来，投资美诶代表，敢那千几亿。结果人最后国际竞标的是投资5000亿啊，好、哦，四年个回收啊，这想未到的啊，现在无变有啊，10年前，好、哦，10年前，台湾较无当做这吗？台湾这看，因是外新鲜，台湾的这个产业工业链那么完整，技术那么进步，人口那么多，因为变人口变7-8万，这个庆祝建国50年，因为变7-8万变个平民串啊，人口太少。结果，人想把那移民，增加移民，啊，咱的人口这一步，可怎么就要少去？
讲太多了啦。是一个城市国家，很可怜呐。城市国家不城市，那被公黑啦，那种没意义啦。好、哦，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特色，每个国家有每个家的长处，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困境、困难、限制。但是按怎去调适，嘛讲我无法度。好、哦，阮老爸也讲伊无法度，是咱阮这兄弟啊，无必要。我伫台下驾车，我伫外国伫就业，这安怎来去？佮拼出来个乌嘛？这几十年来，这几十年来，虽然台湾也不算是第一，不是、啊？这几十年，这问题是该进步的，马其吉木该进步的没有进步，好、哦，没有那么或是没有那么进步。相对相形之下，我们国际竞争力。不，我们不是本身不是没有进步啊，小林毛院长讲的啊，我们经济表现、哦、除了哪一年比较坏，除了2009年差一点都很好。那国际的竞争力给、哦、给进步进步。我讲，哎、欸，经济成长率哦，一个大一零哦，可是标起好了，啊，人家五，人家三，我们只有二，只有一，哎，光的是好了，好、哦。第二，我该讲，我在总执行的时候，我想办法弄出一个系统，要让院长知道说核心问题在哪里。我工作费资料，我时间不够。好、哦，我叫恁来给我答复，叫恁答复来哦。哎、欸，恁就部长来用，恁就部会堂来用，好啊，一下子弄因的相关的问题，结果恁什么处什么处，给我答复一个资料，一张纸。我要问一张纸，我要变下变下一个印吗？哦，你是财经专家没有错？不是专家不专家，你即使不是专家，哦，没有常识，没有知识看，只要用常识，没有常识看电视，也可以搜寻一些资料，也可以拿到一些 idea， 哦，太多嘛。你人一个委员，即阵甲遐是投票，遐是用心提出一些问题，时间无通讨论，恁嘛叫下底答复一下，你转一下嘛好，结果家己主动答复一条纸。把我的问题重复一次，最后一句话，他们家给他个无？嘿，这行政院呐、啊，嘿，这行政院长的答复哦，哦，美国的总统提出向国会的迄个经济报告一本，内底没有咧讲我要做啥，要做啥哦，唔是咧抄资料，是分析哦，哦，但经过我这经济顾问的经济顾问是爱用课的哦。伊个经济顾问是一挂名出来吼，美国学界专家业者科研公司的有资格做国总统的经济顾问无？你讲这些我都同意啦，因为你是一个财经专家啦。但是台湾没有外面大家所讲的那么烂那么差，这个政府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那么烂。不是，这吼、個、这那个你别安那讲拢不要紧啦，哈，你别安那讲拢不要紧。你讲你真正好，有啊，为人嘛有外宾话讲伊真好过，我讲对啊，哈是。你用的人薪水就很低啊！你家己赚的愈来愈多啊，但你用的人工薪水无啥增加啊，你开袂较好，哦。但你想安尼对国家咁好，咁你的财调，这是社会经济畸形发展，所以低薪化，哦。愈少年愈后边少年人愈出来薪水愈低，哦。伊阿讲伊做好讲对，你我无看好你们做好，但我是看整个国家甲未来。我们是看一部分的人，比如说这几年来两岸的和平交流，两、哦、岸和平本来就要发展的。台湾，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故意让它不和平的事情。但是两岸的和平基于相互的需要跟国际的趋势。好，好了，今天去啦，来讲哦，我不爱插你，你中国敢不敢插板？那无要找伊麻烦，伊要找咱麻烦，伊嘛无必要，嘛唔敢找咱麻烦，因为伊不爱自己惹国际麻烦。能够和平稳定就好、哦。这不用说和平稳定的问题，民进党基于保护台湾长期永续发展国格主权，有他的困难。有些话你讲对的了、哦，有他的困难，哦、有他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做某些调试，而不是污名化。讲啊，恁个拢永远无机会，永远无法度，无必要安尼啊。哦，但是安尼就是政治斗争啊，就是口水战啊。好，你占了便宜有没有乖？他没讲，在我的立场，恁国民党甲台湾买去，不要紧啦。我等你别甲买去，那可能卖台湾、哦。你啊，你是讲无可能啊？但你做的，你做的工课，吼、哦，我是冇得讲这個问题，因为这個问题讲来个隔断，你短期看不出来，短期看不出来，但长期，我讲是上简单的啦。你让台湾的原住民被中国当成少数民族，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反对？哎、欸，这一点就很重要了。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就台湾的原住民，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啊！
好，光这一点，你台湾就要帮原住民讲话，管他这点不够啊。所以我们眼睛讲，那是他们。那为小卡哼，各自表述他自己讲的，我们没有。为人小卡哼，哈，为人小卡亲，为人责任感较重，为人靠观点，靠责任感，无表示讲伊这边为反对而反对。所以我讲这，我是今天哈不得不讲啊，因为换政府啊，不得不讲啊，到底换的啦，无迄个讲。免个多变啊啦，真的足清楚啦，吼、哦！为什么不是说未来一定会更好？但是人民选择说不能再坏下去，所以要换好的。吼、哦！你们讲你也做好，你也讲做好啊，就你叫我这吼，讲这拢无意思啊啦，吼、哦！真讲好班拢无意思啊，吼、哦！人民的判断个足清楚啊，个讲个是要创啊，啊，无可能讲你拢无做代志啊！我为公务员叫屈，我为说台湾的劳动者叫屈。薪水越来越低，或是不提高，以前有的福利现在被当成好像不该拿。好、哦，我们希望大家福利越来越好，薪水越来越高，都没有这些事情，对不对？哦，哎，想看卖过去下当遐好，是不是这边我解放讲遐唔对，爱吐出去。这一点政府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公务员，他没讲可是安尼。哦，所以我嘛公开讲过那边啊，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呢。改革绝对不能砍人，先砍人家的福利。所以我迄阵做市长，我家己迄在待的，迄阵待的没塞钱，我话歹。但是我上任第一天，我公开就讲，在我任内，福利只能增加，不会减少，因为你们已经够少了，所以你们财政真的越来越困难。但是如果没办法弄好，那就我就有责任，所以把你报警，福利的增加别减少。好、哦，我认为。新政府应该这样想，因为迄提福利的人已经足艰苦过去啦，吼、哦，一般啦、啊，平均啦、啊，已经足艰苦过去啦，吼、哦，人心、仁德、仁政要重专业，吼、哦，烧钱无路用，看成果，吼、哦，你看人这边韩国啊，人均 GDP 啊，2万8千几个，2万8千几啊，美金嘛、啊，咱要个2万2千几啊，一个手中国平均。好、哦，每人的 GDP 加起7000万啊！好、哦，谢谢主席给我这么多时间。好、哦，因为我是较重视你，刚才你有一句话，交钱我来讲车啦，无我冇得讲车，佮无好话不会选举，也不会创啊！好、啊，民进党好，我冇一定有甚物机会啊！好、哦，对不对啊？国民党歹，好、哦，我嘛是好好啊！新政府不一定就是民进党、哦，新政府冇包括国民党。我给控诶，公务事务官这是一回事啦，政务官另外一回事啦哈。好、哦，是这样，但是哦，这些就不重要，重要是台湾真的可以改革，台湾改革的空间很大，台湾机会还很多，但是呢，嘿，不要再蹉跎下去了。好、哦，撤国进去忙个折。政府的施政永远有无限的空间。啊、哦哦，你看，去征收税，我解手，好、哦，我冇提出征收税版本啊，讲，但是讲恁家那做是征收税之乱，乱到最后怎么样？今天，好、哦，大概二十几下来个话题啊。理论唔能去反对啦，但是袂使黑白迷信理论啊，但是理论袂使随便反对一下，安尼尔，因为反那是都是多少好、哦、多少人的心血研究才有那样的一个理论模式啊，莫想黑白去反对，但是袂使黑白滥用，袂使是黑白迷信，吼、哦，安尼就是安尼尔，先消费圈，吼、哦，拜托不要再来了，拜托不要再来了，好、哦，可以有很多刺激，今年不会花消费圈，哎、欸，所以都不应该再花了啦。哦，这边花销就大概平啦，哦，能够讲得掉啊，那是人不会讲你呢，那今天我不公平呢，我不合理呢。好，谢谢，好，浪费钱，谢谢，多谢你，多谢。好，接下来是邱文英。好，接下来是邱文英委员改书面、意见，那么再来是吴医生委员，现在不在啊。那么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之外，其余都已经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吴玉生、邱文燕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及所要求提供的资料，亦请以书面答复。那么下午20:30继续开会，现在已休息。